若不是得自心诵的贤文书，贤文就是念得很熟啊啊，比如说一本无量寿经，哦，很快就念完了；一本金刚经，不，哎，就念完了。哎，怎么样？如果不是自心呢，诵的贤文就是很熟很熟的文句、文章啊，这些书籍都无用处，因为没办法彻底解决我们内在里面的烦恼啊。若要密佛啊，直须就是必须啊，但须见性。如果你要找佛呢，你必须要先见性，性就是佛，佛就是自在人呢，自在人无事无作，所以啊，你见性就万事休，哎，没有什么纷争，没有什么嫉妒，也没有什么攻击性，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慈悲喜舍的平等的这一颗心，哪个众生都可以成佛，哪个众生通通要救，没有说分彼此的，没有冤亲，没有善恶的啊，无事无作人，见一切相他没有去分别的，一切众生通通救，哎，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如果没有开悟见性，一天到晚呢茫茫然，你向外持求，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追求密佛，原来不得啊！这个缘呢、啊，一缘两缘的缘呢、啊，跟原来的缘字啊，中缘的缘是一样的，哎，原来不得啊，因为他不知道本来无一物可得吗？啊，是不是啊？说虽无一物可得，若求慧，啊，求慧就是说希望体会去契入啊。意思是虽然这是无一物可得，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但是不晓得啊，体悟不出来。如果你想求得这一物不得啊，不可得的，怎么样，这个境界会就是体会啊，你想要去求得这无一物可得，想去体会这无一物可得，也需要参这个善知识啊，必须要参这个善知识，切须苦求，苦就是努力的意思，努力的求啊，意思就是还是要吃个苦头啊，令心慧解啊，让这个心呢能够体会去了解这个见性的法门。第十二页，生时事大，不得空过，自狂无益啊，纵有珍宝如山，这个不是修啊，就修化差改成宝字啊，大正章啊是用宝字，珍宝如山呢 啊那么纵然有这个珍宝如山，见熟如恒河沙啊，开眼即见，如果说、啊、开眼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时候看得很清楚，何眼还见佛，当你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何眼就是死了，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啊拥有的啊也珍宝啊，像一大堆的财富啊，以及啊这么多的眷属啊，我们的活着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这一眼一闭上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啊，有所造作，有为就是生灭了 啊知道这个生灭法，这个无常法呀，如梦如幻等等呢、啊，那既然知道如梦如幻呢，你执着什么东西呢？你追求什么东西啊？你争什么东西呢？你不是苦了自己吗？哎，很辛苦嘛，对不对啊？所以哎呀，人家问师父我放不下怎么办，哎呀，你就苦了自己啦。师父啊，我很讨厌你呢，哎，那对不起，你苦了自己啦。你要对我呀，哎，要有信心你就快乐，要对师父啊恭敬你就快乐，你对我嫉妒啊讨厌啊嗔恨啊不满呀，那很辛苦了，你苦了自己了，不是苦了我，是不是啊，我对不起你，让你这么辛苦啊，还背负一个仇视不满意的石头，那这是我的罪过，可是我没办法把你拿掉啊，啊，解铃还得系铃人，是不是啊，若不及寻师，如果不赶快找这个善知识啊，你就会空过一生啊，然则佛性，这个不是急啊，则就是原则的则啊，
然则佛性自有，意思就是然则佛性虽然自性本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啊。如果没有师父的话，那更不可能了解这个见性法门。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解吗？不因师悟者啊，万中稀有啊。如果没有因为师父而去悟到见性这个法门呢，一万的人当中啊，一个都找不到，万人之中稀有啊。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之事啊。如果你术士有善根，你因缘际会的时候相应圣人的用意，能够了解啊见性的法门，而且能够契合相应圣人的见性之法，那么就不需要参善之事啊。这个就是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就是最胜的根器，最胜的根器就是这个人根性是非常好的圣学者啊，这是最殊胜的一个学佛的人。若未解，若未悟解啊，如果你还没有见到自性清净平等的见性法门呢，须勤苦参学，你好好的在那边呢，苦参就是好好的回光返照。注意你的每一念的起心动念啊，务必让他呀放下这个分别，放下这个执着，放下这个追求。因教方得悟啊，因为言教啊，因为教化啊，才能够悟到自性清净。若自明了不邪也的啊，若未悟，这个未悟化差两个字要改成自明。如果自己明了不邪也的，不邪也可以啊。这个当然根基很利的人呢，是因教方得悟啊，就是必须因为善知识的教导，你才能够悟到平等的见性法门。如果你自己明了，就不必学也可以得到，因为本性具足嘛。不同于迷人呢。不同于这个迷人不能分别照白，照就是黑呀，不分青红皂白了啊！妄言先佛赐认为这个就是佛说的，以为自己在替佛说法了，赐就是教化。哎呀，我呀自己妄言宣这是佛教化的啦，自己不懂得佛法，然后说这是佛说的，不懂得见性法，然后乱讲，又说这是佛说的。谤佛妄法呀，这不是忌啊，这个忌化差，这是谤佛啊，这是妄法，虚妄之法。为什么不见性通通称为妄法？不见性法通通称为妄法，为什么？戏论嘛，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嘛。如实等类说法如语啊，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啊，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啊，妄称是佛。就是不见性的人啊，自己也妄称自己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为什么？误导众生嘛。你自己一个人修错法门没有关系，你还讲经说法自以为是，那不是误导无量无边众生吗？是不是？谎他一切众生的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的十二不经教，尽是魔说。魔家见俗，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照白黑白，平和免生死啊？若见性，即是佛啊！意思就是你根本不分青红皂白，用妄想心、分别心、意识心在说法，你凭什么能够免除这个生死轮回呢？对不对？所以啊。师父就讲过几次了，你不要以为弘法叫做功德，那不是不一定功德，有时候是罪过无量的。这是为什么师父啊，现在到现在有的人亲近师父四年五年，我都不叫他去外面弘法，那还早嘞，不弄错了怎么办呢？你讲经说话还制造录音带出来，讲错了这糟糕了，都改不掉了，是不是？知见错误了，谁知过？徒不教师之过也啊，他下去我也要因果啊，是不是啊？讲错了，我师父没有阻止他，这样不行的。所以说你不见性，你平和免生死了。若见性即是佛，
那不见性就是众生嘛。若离众生的性，另外能够找到佛性可得者，佛今何在啊？意思就是众生性就是佛性，简单讲就是当下。我们修习佛道如果没有这层共识啊，就很糟糕。性外无佛啊，意思啊，那性外无佛，把笔拿起来加啊，就是写几个字，众生的自性外没有另外一个佛，就是你想找到佛，就在每一个众生的心去找，去悟，去体悟，还不能找呢，去悟呢，啊，这个性是指众生的自性，这众生的自性以外根本就没有佛，也简单讲，佛就存在我们这颗清净的念头里面，佛就是我们的性，就是我们的本性。除此性外，人人当下的这颗平等的心，无佛可得。佛外也无性可得，也无性可得了。第十三页，第五行，第十三页的第五行，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行福利，得成佛佛。则成佛佛，答曰：不得，还是不能成佛。干这些事情啊，啊，还是不能成佛。为什么？生灭法嘛，佛性是无为法了。又问：因何不得？为什么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真真减减，啊，是因果法，因果就是无常真减相。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见性就是如如不动，见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的这个本来的面目。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于啊，是外道法。外道就是心外求法，若是佛不惜外道法，如果是佛弟子佛道，那么他不会追求心外求法的这个外道。佛是无业人啊，这个业啊，注意，业就是本身呢、啊、就所谓的颠倒妄想身口意造作的啊，这个习惯性啊，所以说业就是习性啊。你为什么会来娑婆世界？就是这个习性没有断，惯性意识没有断啊，那么这惯性意识放下了，前盘放下，无贪着，无追求，就当下空寂了，是不是啊？身上没什么钱，也过得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无所求？是不是？业其实就是念头，念头啊，这个念头习惯了，变成我们的主人，就我们变成不能主宰这颗心，这颗心呢被无明推动的，是不是啊？业就是念头的习惯性，哎，就变成业力了。是我们怎么来六道轮回的？业力所牵。什么叫业力所牵呢？就是习惯性啊，没办法断掉。哎，佛是无业人啊，啊，无因果啊。为什么呢？啊，因果的前面呢，如果加一个有为生灭的，没有有为生灭的因果法。哎，佛是无业人，无有为生灭的因果。因果是增减法吗？二圣人讲因果。凡夫讲因果，为什么？那是不究竟义嘛，方便说吗？是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少法可得，简单讲就是执着动一个念头，所以禅宗里面讲动念即观，你动一个念头去论是非啊，品这个善恶，就错，就错，完全就错了，是不是啊？哎，是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何以故？加了一点点嘛，加了一点点执着嘛，就简单讲，加一点点执着就不可以，连自己牺牲呢 啊头目脑髓都不能动到一个念头，说哎，我在行布施，我在救人，不可以的。凭何得成呢？怎么凭什么你能够成佛呢？但有住着啊，就是住着啦，一心
一能一解一见，你只要执着在一心，所以我现在是一心呢，现在就是能所，哎，一个能就是一个技能，骄傲的意思，啊，我技能，我的能力比人强，动到一个念头，认为我，哎，这个比人强，一个能，一解，还有解一个见解，哎，或者是一个见，只要你动到少一就是很少了，少许的心，少许的能力，少许的见解，佛都不许。都不允许的，佛无吃饭呢、啊，吃就是吃戒犯戒了。为什么心性本空啊？第十四页亦非垢净啊，无为法哪里什么垢什么净呢？既不增既不减，什么是垢什么是净呢？诸法无修无证呢、啊？啊，动个念头说我在修行。哎，那是不对了，也没有所谓的正，因为为什么叫做无正呢？啊，因为不执着于那种境界叫做无正呢。佛不会说，哎呀，我这个境界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伟大呀？啊，我是自己啊，正的是怎么样子啊？哦，我都比你们强啊，然后轻视媚视这个一切的众生，没有的。佛正入的是平等的空性，那既然空性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证不好不证的啦，没有能所，当然没什么证的，本来如此嘛。也无因也无果啊，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千万不要讲解释做无因果，那就麻烦了。无因无果就是因性本空，果性本空啊，但是因果历历然，因果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因啊，这无因无果是啊。哎，这因性本空，故名无因呢、啊。果性本空，故名无果。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是前世造业的果报了。但是如果观照这个四大本空，现在就空了、啊，现在就空，当下这个果报就是空性的东西，但是果报还是存在啊。意思就是在缘起法里面呢，不要去打转，不要去动念，随缘的放下。佛不持戒，佛不持戒就是佛不着持戒之相啊，不是佛不要持戒了，比丘初学佛法都要持戒，怎么说佛不持戒呢？啊，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误会，佛不着持戒之相，佛不修善，意思就是佛修善而不执着，啊，佛是最会修善的，穿针引线呢、啊，替盲瞎子的比丘啊。啊，还穿针引线呢，那不是善是什么？可是佛不着于善之相，哎，就是佛不修善，佛不造恶，那是肯定的啦。佛造怎么能够成佛？佛不精进，一直不着精进之相，佛不懈怠，不可能懈怠，佛的没有妄念念念呢、啊，都能够守得住。那我们没办法呀，我们顶多守到啊睡觉以前，哎，观照阿弥陀阿弥陀，哎。那睡觉再来就躺下去没多久就没办法就懈怠，为什么？那念头消失了嘛，啊，那个念佛的心呢提不起来了，那睡觉了嘛。我们顶多哈、啊，支持到睡觉以前还可以，是睡觉，轻微的这个昏沉呢、啊，啊，就度孤了，啊，深层的这个这睡是深层的这个昏沉呢，就是睡眠。所以这个吊脊跟昏沉呢是很难修行的，啊，提不起劲儿，身体不好，生病啊，怎么样子没体力了，他就懈怠的啊。所以这个懈怠啊，不只是包括说，哎，这个人呢、啊，啊，白天呢、啊、生活的时候啊，该念经的不念经，该念佛的不念佛，这不只是指这个佛不懈怠，也就是说啊，佛没有妄念，他是最精进的人。没有妄念，他二六十中通通不免。佛那时候还要睡眠呢，那怎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呢？色心一如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睡眠是意识心啊，我们的意识整个被宿世的业力所控制住，所以我们需要睡眠啊。在经典里面，大智论里面讲，佛要晚上啊，到晚上的时候禅坐，就禅坐，要不然就吉祥卧观照。第二天早上要往哪边去走，
要往东边呢，往南边呢，往西边，关照这个众生的根气啊，是不是到了？到了的时候，第二天他就往那个方向去走。为什么？他知道要今天要度南方的众生呢、啊？某些众生因缘成熟了，佛没有睡觉，啊，佛没有生障，也没有熟障，啊，佛也不需要睡眠。睡眠是意识心态的无法遏制所产生的意识沉重的一个负担，那我们就是执着了，哎、嗯，就像啊啊，有的人呢 啊，他平时他不会，爱睡觉啊。可是呢，看到凌晨两点，哎呀，两点了，然后就躺在床铺上，哎呀，你那样困啊，明天呢怎么办呢、啊？然后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哎，你怎么不赶快睡觉啊？这样完蛋了，明天火气会很大啊！哎，其实他睡不着啊，睡不着，一直拼命叫自己睡觉啊，那这个就是负担了、啊。不会睡觉就起来念佛有什么关系？累的时候再去睡觉不就好了吗？可是我们一颗心就是拼命督促他自己睡觉，这不是变成一种负担吗？对不对？不会睡觉就起来洗澡嘛，对吧？就是这样子嘛，睡不着就起来洗澡嘛。佛不懈怠，包括深层的睡眠也是懈怠，所以每一个众生没有精进的，哎，我们今天晚上不睡觉的，明天火气就很大了啊，真的，如果你能够睡两个钟头，那算是蛮精进的人；睡三个钟头算是不错，睡四个钟头可以原谅，要睡八个钟头，不要说好了，那睡八个钟头那还得了呢？那这睡到地狱去了，是不是啊？哎，佛是无作人，啊，无作人就是什么都放得下，佛他没有执着任何一个相。是不是啊？但由住着心，见佛即不许。啊，这个啊，逗点啊，住着心，那个心的底右边有一个逗点，这个逗点划掉，见佛这个佛字底下才写逗点。但由住着心见佛即不许。他这个逗点呢弄错了。但由住着心见佛，如果你用一颗执着的心，我要见佛，那就心外了，就不允许，佛就不是佛了。为什么？那不是心中显现出来的佛了，那是魔了，莫作佛解了，啊，这不是佛，佛要从你心中显现出来，当下那一颗平等的自性，就是真正的智慧，啊，真正的佛。若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呢，不了解我们本来这颗心。若不见性，一切时中，零作无作想。灵就是思维揣度啊，做无作想。哎呀，佛是无所造作，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坐在这边啊，我坐在这边，什么都要不要去想。无作想就是，哎，我什么都不要想了，像死人一样不想，像石头一样不想，像树木一样都不想，哎，什么都不要去想它。他不晓得，佛还是有念头的呀。这个念头是由本性的空性引出来的妙用啊。佛如果什么都不想啊，那么。不是跟无想天一样吗？不跟外道强迫压制这个第六意识吗？这不是凡夫，是外道，是什么呢？那如果说啊，一切时中宁作无作想，就是哎，什么都不要想了，就是佛，那就是大罪人。不晓得体用一如，不晓得佛是大用现前呢、啊，时时刻刻啊在展现了清净的佛性啊，妙用随时现前，这是大罪人，是痴人。是愚痴的人，若无际空中，无际空就是不能了知本性妙用，无际，无际就是啊，它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就是无想的啊，无际就是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呢是愚痴，无际就是愚痴，落入无际的空性里面，愚痴的空性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妙用现前，只知道本体界，啊，但是呢不晓得现象界，哎，我什么都不要想了。对不对啊？哎，其实他根本没有了解彻底的了解本体界了，只是方便说了。哎，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是吧？你想想看，人是活着，怎么什么都不要想呢？你可能把这个啊什么这个想，偏把它打死吗？不可能，人是有思想的东西，人是有念头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想呢？什么都不想，那是外道，暂时让你静一静而已。佛有想啊，怎么没有想？佛有思维啊，为什么？从自体见性，体性去相应啊。
所以说啊，若无际空中啊，无际就是愚痴啊，昏昏如无罪人呢、啊、不辨好恶啊，啊不了解善恶，是吧？若宁修无作法，宁就是准备啊，如果你准备啊要修这个无为法，无作法就是无为法了，先须见性，须一定要先见到平等的空性，然后如果你见到平等的空性，认为分别执着也不能增加什么、啊、也到你命中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习缘力久，你就会停止这些攀缘失利，不会像心猿意马一样一下子跑到 KTV 去，一下子又跑到电影院去，一下子跑到咖啡厅去，一下子到百货公司买买衣服，哎，坐下来怎么坐坐不下来，没办法，哎呀，坐下来，哎，没有办，哎，赶快打个电话呀，谈一谈，哎，摩西摩西，我在西哇，怎么样怎么样？哎，为什么？那心的空虚啊，没人讲话呀、啊，啊，有谁来爱我？有谁来同情我？是不是？还不晓得自己是佛。啊、哦，这么尊贵的佛性竟然糟蹋掉了，哎，还要借着电话人家来安慰我啊，还要借着这同参道友朋友来谈谈话，消遣消遣，那这很糟糕。哎，所以说，见性开悟的圣者，就是全世界都没有朋友，他都不会寂寞。嗯，但在他的朋友心中就是佛了，佛就是自己，他哪里有什么寂寞呢？是不是啊？他不会有寂寞的。哎，只有没有智慧的人呢、啊，每天的空虚，也不晓得做什么。哎，以前有个信徒啊，啊来拜佛，那听了录音带以后很高兴，啊我就问他，说呀，某某居士你啊没有学佛以前做什么？他说我没有学佛以前呢、啊，一天到晚都是看电视，看到唱国歌，哦这不简单的，很爱国、啊，看到唱国歌，然后我说唱国歌以后，这还不停止，再继续看录影带。然后最后呢，他说最后被录影带所看，就是睡着了，看到睡着。我说你每天这样，对 ，every day， 每天都这样。我说你不晓得做什么，他说不晓得、啊。他说你不用赚钱，哦，我先生赚钱给我啊，啊我很闲呐、啊，啊我家里要请佣人呐、啊，啊我不要煮饭呐、啊，啊孩子啊我的责任就是生了两个孩子就放着，什么都没事了。啊，就现在不晓得做什么了，每天都看闭路电视啊，就是这样子啊，东逛逛西逛逛啊，买买衣服啊，衣服一箩筐，那还是买啊，对，没有办法停止这个攀岩呢、啊。我说那闲着没事做什么？现在没事打电话给朋友啊，现在没事就打电话给朋友，每天都是搞这个东西啊。后来才听到师父的录音带，哎呀，真是浪费时间生命。现在才知道，我现在啊。啊，才是真正的过真正真实的日子，没有佛法了，没有佛法，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通病啊，是不是啊？然后习这个原理，你见性，你就知道一切法万法本空啊，啊，一切都是啊清清净净的自性了，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啊。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不无因果，就是否认因果啊，自然作恶业啊，妄言本空，哎呀没有因果了，哎那没有因果呢，那就乱做了、哎、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啊。发这个言论的人呢、啊、如此之人呢都无尽黑暗地狱，你怎么可以离开因果讲非因非果呢？是不是啊？永无出起，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见机见解。如果有智慧的人呢、啊，不应当啊否认这个因果，因果是连锁的存在，在众生位来讲啊，在凡夫二圣人来讲，它是真的跳不过的，没办法的。除了到究竟位的佛果，当然拘留不了他，或者大彻大悟的人啊，生死自在的人，那么这些啊，那么拘留不了他。否则的话，你做了你就要受报。问曰：既若思维运动，思维就是举止行动啦，行为啦。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呢，色身无常的时候因何不见本心呢？啊，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啊、一切的行住坐卧这在造作，一切时中啊都是我们的本心，那是不是啊？大师你这样开示，一切都是我们的本来心呢、啊、那么色身这个是无常啊，生灭变异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本心呢？答曰：本心常现前呢，努之不见。真的，哎真的，是不是啊？是有人呢、啊，哎，来
那也来问师父说，哎，师父，我为什么没有见性啊？我说没有人阻止你啊，是你自己不见了，谁阻止你见性了？是不是？没有人阻止你了，是你阻止障碍你自己嘛？是不是啊？本性常现前嘛，奴之不见嘛，啊，因为你分别执着就障住了，就颠倒了，是不是啊？你自己障碍自己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哎，自己啊，拿一张卫生纸盖着，哎呀，奇怪，师父，我怎么没有看到前面呢？哎，傻瓜，你把它拿掉不就好了吗？就看得很清楚了嘛。哎呀，我为什么没看到啊？哎，自己贴这物件，自己到都在讲，伊无看到啊。我们自己执着分别，就说，哎，我为什么没有见性啊？你自己遮挡住吗？是不是不肯放弃你那一念的执着？那当然就很痛苦啊。哎，很痛苦啊，是不是啊？所以啊，常常听到信徒来告诉说，哎呀，我活得很痛苦啊，不晓得怎么办，我还是有念佛呢，我叫生死四大呀、啊，无常无我，阿弥陀阿弥陀，可是我活得很痛苦啊，那就是不见性。你要见性的话，就没有这种情绪化的东西了。问曰，心既见在啊，这个见呢、就是现啊，这个心既然是现在存在，何故不见呢？意思就是我们的性现在就存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为什么没看见呢？十曰，汝曾做梦否？哎，你曾经做梦吗？是不是啊？答曰，曾做梦啊，大家都做过梦啊，谁没有呢？问，你做梦的时候是你本身否？是不是你本身呢？当然不能离开这个色身呢、啊。是答，是本身呢、啊。这做梦离开身，哪里有梦呢？又问，汝言以思维运动，以汝别不别啊？啊，你讲话呀，啊，以及你一切的造作啊，思维就是造作啊，啊，那跟你本身有没有什么差别？答，不别。这当然，这些行住坐卧不能离开这个色身呢、啊，是不是啊？哎，如果你离开这个色身，你怎么思维，怎么运作呢？是不是？当然不别了。哎，师曰，既若不别，即此身就是汝本法身呐、啊。啊，既然跟你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别，那么这个色身当然就是你的法身呢、啊。那么这个法身就是你本来的心呢、啊。这个心从无始啊广大劫以来啊啊，一如今不别，跟你现在没什么两样啊。只要你悟，法身就现前。所谓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也无是非，也无男女相，也无生熟老少，也没有圣，没有凡，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修正，也没有因果，也没有经历，经历就是我们筋骨体力了，也没有所谓的相貌。会故一切犹如虚空，你取不得也舍不得，不能取，意思就是不能执着，你也不能放弃这个现在。也简单讲就是啊，取不得就是啊，我们呢要面对啊，我们要超越这个现实。你为什么你取不得吗？你舍不得，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也简单讲，什么是啊真正的见性？既现实又超越，这个就是见性的人。你要面对这个现实，要超越当下这个现实的束缚。这取不得，舍不得，三合十弊不能为碍啊，没有办法障碍，除末往来自在神通啊。后五蕴山度生死河，一切业积持法身不得，一切业没有办法积持法身，因为得大自在吗？第十六页，说此心呢微妙难见呢、啊，哎呀，这个心呢、啊、太微细了，不可思议了，不容易见到了。此心不同于色心呢、啊，啊，这个心不同于我们色啊色法啊，或者是我们一般的脑部的这个心呢、啊，这个心是人能。皆欲得见啊，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应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心呢、啊、哎呀，大家都在啊，光明就是清净的本性啊，了了觉知当中应手动足啊，啊，如恒河沙。哎，大家啊都了解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心呢、啊，就是我们的见性啊，啊，我们这个心性啊，大家都想见。那么这个心性啊，在一切的清净光明当中啊，大家见性的人呢、啊，了了皆知，甚至了了皆知，乃至你一切的造作、应手动足，通通具足，如恒河沙，意思就是妙用现前呢、啊，啊啊，几乎问着，总道不得。但是呢，你要问的什么是本性，
啊，你问到了本心，就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没办法形容，没有办法形容，犹如牧人相视，牧人就是愚痴啊，无知的牧人相视啊，总是自己啊啊，加两个字，日日受用啊，因何不是啊？为什么不你不去了解呢？日日受用，我们每天呢、啊，时时刻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活得痛苦？哎，没有见性嘛。我们今天为什么痛苦得不得了？哭泣啊，那是怎么样啊？在捶自己的胸啊，啊，胸部啊，或者是啊啊，捶自己的头啊，或撞墙啊，或者跳楼自杀。心的念力太强了，会逼你走上绝路的。一样的，心的力量很强，会逼你走上绝路，会逼着你发疯的呀。但是心的念力的话，如果你见性，那心的念力也是很强啊，慈悲喜舍啊，大自在大解脱啊，心的力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色身的，是不是啊？色身的能够举起怎么样？可是一个人呢，忧愁的话，他可以打垮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呢、啊，颓废的话就打垮一个人，心呢、啊、就可以打垮你的，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呢、啊，啊，一个人呢、啊，这在这个很严重的时候啊，视不见呢、啊，视而不见呢、啊，啊，听而不闻呢、啊，食而不知其味啊，哎，什么在这个世间都没有感受了？为什么整个心呢、啊、都被无明盖住的时候，它不能妙用，啊，细醒细醒呢、啊，是吧？为什么会精神分裂啊？啊，就是乱修行，然后啊，把自己给自己一个压力跟负担。可是修习佛道的人给什么自己压力与负担呢？哎，所以有的人呢，哎呀，我今天呢，哎呀，这个经还没送完呢，是不是啊？哎、有的人呢，是啊，我佛号还没念完，哎，对，没有错，这个是精进好。可是你超过你的体力呢，就很严重。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拜山，拜山就好。哎呀，我心脏病啊，哎。拜山可以消灾解难，哎哎，拜山可以消灾解难。你说，哎，他有尿毒啊，有尿毒已经肿的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啊？他有心脏病啊，糖尿病严重啊，人家是拜山啊，对不对？拜山可以消灾，他不晓得消灾要从心去关照，就去拜山了，哎，这拜山，哎，拜拜拜拜，哦，又下雨，哦，又淋雨，表示我们很诚恳啊，很诚恳的拜拜山了、啊，哎呀。心脏病啊，然后又尿毒啊，很严重啊，水肿又很大呀、啊，然后呢要精进，要精进，是不是啊？要精进，然后拜到山上去啊，哎，不但没有好了，还跟你调皮助念，这种笨蛋呐、啊，笨到极点的人呐、啊，不够资格学佛的，不够资格学佛的，哎，不够资格，他认为他叫做精进呢、啊，是不是、啊？没有妄想叫做真的精进呢、啊，不是拿这个色身去赌命啊，去赌命啊，是不是？精进固然是重要啊，可是现在是心脏病啊，一拜下去是，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还要到上身，吸一口气，然后拜起来，给我倒着，那、哎、这是什么修行呢、啊？对不对？那、好好的治病才对嘛。哎，拜回来又淋啊，又刮风，又下雨。回来的时候啊，啊，卡加片卡怼着，这种修行真是很糟糕。回来的话，不但没有消灾，风湿症、关节炎什么都起来，这是修行吗？难道一定要会去拜山叫做修行吗？愚痴的众生啊，愚痴的众生，拿这个体力啊，在修行啊。哎，佛释迦牟尼佛祖师大德是教你用念头修行，观照修行，才有用叫你用体力修行的呀，是不是啊？哎，有一个出家人呢、啊，他说，哎呀，我们呢、啊，哎，要发大心，哎，要从山下呀，要背这个经典呢、啊，拜山，拜到山上去，拜到山上去啊，背业重，消灾就也容易消灾。啊，我听到这个啊，我就差点就昏倒了。这是什么道的呀？这是哪一道的呀？佛道是用这种相在修行的呀。啊，是不是？那如果说背重一点的东西，把、啊、到山上去拜山就可以成佛，那快了。为什么？你能背几公斤？50公斤，好吧？50公斤算很重。我请一头大象来。哎，大象 ，elephant，big elephant。哎，一下子可以站一顿呐、啊，马上就成佛的、啊。
这大象牵到山上去，马上就成就佛，大象佛。哎呀，这个笨死了，哪有这样修行的？哪有这样子？还是出家人讲的，哎，真是误导众生。没办法，现在呀、啊，邪说横流啊，没有办法。你讲的话又伤害人家，以为人家是在影射哪一个法师，或者是伤害哪一个法师，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也许信徒自己听错了也不一定啊，是不是啊？你整天搞这个外向里面执着，这哪里叫做修行？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观念，叫做修行啊。观念不会摧毁智力的，是不是？你把那个执放下就得了吗？是不是啊？哎，那我就问他，那你拜到山上去，你解脱吗？没有啊，病的加重啊，然后啊，烦恼还没解脱呢，是不是啊？我说啊，说那就不叫修行啊，病又加重，烦恼又没有办法解脱，那不叫做修行啊。修行人懂得解脱烦恼的呀、啊，是啊，弄了老半天，后来听师父的录音带，哎呀，这走错路了，走错路了。我说那还得急了，跟着师父走就对了，没关系了，是不是啊？哎，记得啊。哎，要好好的用功啊，在心地上下功夫才对嘛，是不是啊？日日受用，因何不是呢？我们为什么不了解？佛言呢，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呢，因此作业堕生死河，一出还没，想要出离又堕落，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啊，啊，因何问着其中事？如果你不迷惑了，你还要问到其中事，就是日用平常中的事情啊。见性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就在你眼前这一念吗？对不对？平等的自信清净里面吗？不分别不执着这一念吗？是不是啊？这日常的平常日用当中，它就显现在你的面前嘛，是不是？你只要见一切相没有分别跟执着，见一切相舍得下放得下，看得开透得过去，没有烦恼，没有情绪，没有对立，没有能所，这不就得了吗？万事 OK，No problem 的时候，没有问题了啊！日本人讲的英文啊 ，No problem 呢 ，No problem 啊，他们那个英文是很糟糕的啊。这无有一人得慧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是呢？啊，说没有一个人了解了啊，自己的运手动足了，为什么不了解呢？所以知道圣人之仪啊，不错，就是没有错谬啊。迷人不智慧小啊，颠倒的众生啊，他自己不能体会啊，通达。所以为什么人人是佛？你只要见性就是佛，开悟的见性你就是佛，是不是啊？哎，那这是对理上来讲已经透过透得过去了，当然就是百劫要修相好了，那当然就在事相上去磨练呢、啊、见性以后啊，在事相上、啊、去修福啊，哎，成就佛的三十二相啊，故知此难明啊，此的底下加两个字本性啊，所以知道这个本性啊是很不容易去了解的。唯佛一人能会此法呀，只有佛这个人啊能够了解这个法。于人天以及众生等尽不明了，若智慧明了，那个逗点呢、啊、化掉。如果你智慧啊明了此心呢、啊。这个心的底下画逗点啊，号画掉改成方，方明见，方明法性啊，一明解脱啊。再讲一遍，这于人天以及众生等尽不明了这个见性法门。如果智慧明了此心，如果有一天有了智慧了啊，你见性了，你智慧开展出来了，你明了这个本心了，方明法性。什么叫法性啊？法诸法本来的自性就是空，法性是什么呢？就是空，一切不可得，就是法性。诸法的自性就是空性，一明解脱啊，这样你就解决了，就解脱了，生死不拘啊，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啊，一明不可思议啊，一明圣体啊，啊。一名长生不死啊，一名大仙人，大仙呢、啊？所以我们在戒律学里面称佛就是大仙。哎，啊，我们呢是哎，一般人呢、啊，一般人这个仙道啊、是小仙呢、啊，天人呢 啊修仙是小仙。哎，我们呢没洗澡是专仙，
啊，那大不相同啊！啊，没洗澡就转转仙了，哎、啊，名虽不同啊，体即是一，哎、啊，名称虽然不同啊，但是它的空性的体性啊，啊，它是一的。圣人种种的分别皆不离心，圣人种种分别在旁边写个虽分别啊，不作分别想，意思就是虽然分别，可是它是来自本性的分别。本性就有分别的能力啊，要不然怎么叫做见闻皆知呢？再见，眼见叫做见性，耳闻叫做闻性啊，对不对？啊，见闻再觉就是觉性啊，啊，再知就是知性，见闻皆知，通通是本性的作用，是不是？皆不离自心吗？十七页，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啊，遍恒河沙界，见性就应用无穷，啊，应眼见色。应该耳闻声，应当鼻嗅香，应舌滋味，乃至思维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这个道断化掉。一切时中只有语言，因为语言是有形象的啊，有形象的音声呢，它是心思的代表，是心思的代表。语言就是心中的话啊，就是心中的代表，心思的代表叫做语言。啊，所以啊，心书下囊斋啊，就透过语言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但有语言就是自心，这个道断两个字不要。所以说，如来色无尽呢、啊？当然，如来色无尽呢、啊。为什么色无尽呢？也因为这个啊，这个色身就是法身，当然色无尽呢、啊，是不是啊？智慧亦复然呢、啊？这个智慧也是这样子了，色无尽就是自心嘛，因为色心是一组的嘛。心是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思维运动，皆是智慧。心无形象啊，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心无形象？它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不是大的，也不是小的。你心是什么？你能讲吗？你讲，你给我看看，你讲就不对啊，是不是啊？心当然无形象的了，智慧也是无尽呢、啊。所以说，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呢、啊。四大的色身就是烦恼，色身就有生灭。法身常住加一个字，而无所住，而无所住。同学们，在无所住这三个字一画两条线，这个就是修行的根本。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无所住，无所住，什么法都无所住。哎，如来法身呢常不变异，因为无所住嘛，所以他无所住就是妙用。哎，无所住他就是妙用。哎，你那么如果是有所住就是烦恼的用，有所住就是烦恼的用，那么无所住就是妙用，对不对？为什么妙用就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啊，啊，这个很容易会误会。如来法身，法身是站在理理上说的，它不站在啊这个事相上说的，所以说它常住不变异。一般人都会误会说不变异就是一潭死水啊，所以说不对的。法身呢 是常不变异，就是因为法身呢 它是站在体上离体来说的，站在空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它讲常住不变啊。如果说法身常住不变，它怎么能够妙用现前？它当然不可能了，它还有报身跟应化身呢，对不对？所以法身、报身、应身，它是三身是一体的啦。哎，应化身也是法身呢、啊，报身也是法身呢、啊。啊，意思就是法身的空这个理性体啊，它同时具足一切事相上的啊妙用。所以说常不变异，应当是只站在体上来讲的话，就站在这些事相来讲，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异的，它变化。为什么叫做不可思议？神通变化，对不对？如果它是常不变异的话，你怎么神通奇妙用呢？没办法啊，就一潭死水了。这个要注意，法身是站在理上说的，所以经啊，那个故啊，这个句点的不变异，这个变异的异啊，一个句点啊，一个句点。那么这个故的右下角一个句点画叉啊，画叉啊，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经云。故经云：众生应知啊，佛性本自有之啊。家色只是物的本性，本性就是心，心就是性，性即此同住佛心呐、啊。前佛、后佛、
只传此心呢、啊？除此心外，无佛可得。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持求，终日茫茫啊！念佛礼佛，佛在何处呢？不应作如是等见呢、啊？但啊，这个知啊啊，画叉改成是，意是心的是，但是自心，心外更无别佛。如果你了解这个自己的心性，那么心性以外没有别的佛。所以经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所在之处即为有佛。你如果悟到，你现在就是佛。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对不对啊？你只要悟到，现在就是佛。那不离当下吗？当然，所在之处通通有佛嘛。但是我们佛在那里搞不清楚了。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理佛，不应拿这个佛心中的佛性要来理外面的佛。哎，但是啊，如果有佛及菩萨相貌，如果你啊起了一个佛以及菩萨的相貌啊，忽而见前，忽然现在你的眼前啊，切不用礼敬。哎，意思就是，不是意思就是不是叫你不要礼拜，意思就是不要着相啊，说哎呀我修行很高，哎我见到佛我赶快把他礼拜佛，那个也是你自心显现出来的。记住，切不用礼敬，意思不是说叫你不要礼拜佛，不是，这不要着相而礼敬啊，因为他写的很简单了、啊、意思就是不能着啊，有佛像现前了、啊、哎我就拜啊，那个其实是你心性清净显现出来的相，现象界，这是很正常的了啊。见性的人心性念佛，他就见佛的。我心空寂呀、啊，本无如是相吗？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讲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根本就无相的东西啊，佛是无相的东西，是不是？你就是念佛阿弥陀，见到阿弥陀，那也是心你心中显现的自性弥陀呀、啊。啊，阿弥陀的愿力固然是一种真上缘，最重要的还是你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啊。这本无如是相，所以为什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为什么空寂的心性哪里什么三十二相，就是八万四千相都没有，什么一相也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不要念佛啊，念到着相啊，着魔了，哎呀我见佛了，又发狂了。到第二天呢、啊一起来的时候到处告诉人家，哎呀我念佛见到阿弥陀佛了，我是怎么样有修行，你们有没有啊？没有了，就开始起骄傲心了，我从今以后决定往生了，我不要念佛，不要用功了。糟糕，若取相即是魔，若取相即是魔。师父在这个共修里面呢，就找一直重复的开示啊，就你千万不要见到佛，你就一直很知足，你就一直很快乐，就认为你生死没问题了，问题很大嘞，对不对？所以说啊，若取相就是魔，哎，让他自然的见，不要管他，不要插他，哎，还是念你的阿弥陀佛，自信越来越清净。尽若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啊，即不用礼拜，即不用礼。为什么呢？心外佛嘛，礼则不知啊。啊，这个知就是旁边写个智啊。如果礼心外的佛，那就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知啊，就是智。哎，智则不礼，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是不礼外面的佛。他虽然每天在拜佛，可是本能礼所礼性空寂啊。感应道教难思议啊，对不对？我此道场如地珠，对不对？我们以前都念过这个，智者不理，有智慧的人心就是佛，就算他在理佛，他也知道能理的是空，所理的佛也是空，唯有一心做，只有一心在造作，理了，理佛了，理心外的佛就被魔所摄，恐邪人不知啊，故作是变啊。诸佛如来本性啊啊，这个离体上面啊，本性的离体上面都无如是相啊相貌，所以再加一个字，本性的离啊离。如来啊，诸佛如来本性离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啊，切须在意，一定要注意。但有一境界，切不用采刮。意思就是，你但保持一颗清净心，无所住心，一切现象通通放下，不要管它。你好好念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不要管它看不看到，你心念得定，自然往生。
却不用采瓜，采瓜就是摘取啊，啊，瓜就是执取、收集的意思啊。你不要这个执着啊，采瓜就是你不要摘取这个相，也不要执着这个相。亦莫生怕怖啊啊，不要起这个害怕、恐怖的心，不要疑惑啊，要千万要记住，我的心本来清清净净啊。哪里有这些相？如许就是如此许多的相貌呢？不可以相取佛的呀，是不是啊？有相取佛就不是佛，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地势、梵王等相，也不要用心生敬重，也不要去恭敬尊重他，不需要这样子。为什么？心啊，本来无如是相，见性就是毕竟空寂，没有这些相现前，现前也不要管他。也亦莫怕惧啊，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惧。为什么？我心本来空寂啊。如果你要成佛，一定要体会我心本来空寂啊，意思就是本来没有这些执着分别心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妄想颠倒产生的一个连锁效应。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若取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那还是凡夫了。若以直下，就是直下体会，就是悟了。这个直会就是体悟。若以直下体悟，但莫取一切相，记得啊，这个要划线呐。若以直会，如果你想要真正体会，但莫取一切相，记得这个划线。为什么划线？这句话就修行的根本，更无别语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见一切相就全部放下，眼见的、耳闻的通通放下。所以经典翻经引，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都无定时啊啊，幻无定相。定时就是定法或实法啊，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啊，加两个字，即能和他胜意啊，就能够即能。啊，即心即佛的即，能够的能，即能和他胜意。所以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问曰：因何不得离佛菩萨等？答：天魔颇寻呢、阿修罗四现啊，这个见呢、就是现，四现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的变化，加一个字，皆是外道。种种的变化，皆是外道，总不是佛。哎。底下这句最重要，佛是自心，莫错礼拜。佛是自心，就是你的心自在解脱啊啊，清净无碍，这才是真正的佛。佛没有任何相貌的，佛是自心啊，莫错礼拜。佛是西国语，中国话叫做觉性。你只要有这个觉性产生，你就是佛。觉则灵觉，应机皆悟啊，哎，应机就是啊。应化一切的根基需要啊，接一切的众生。阳明顺，顺就是转动眼珠啊，顺目。阳明顺目，应手动足，通通是自己灵觉之性啊。性就是心，心就是佛，佛就是道，道就是禅，禅的一字啊，非凡圣所测。又引加字啊，直见本性，名字为禅。直啊，直接的直。他是见本性为禅，就是直接的直，直见本性名之为禅。直见本性名之为禅啊，他是见本性为禅啊，再加一个直，然后加一个名之啊，直见本性名之为禅。若不见本性就不是禅，假使说的千经万论了，若不见本性啊，只是凡夫，不是佛法啊。至道幽深，至道就是佛道，这佛道是很不可思议的，幽深就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见性的人很少，就是这样子啊，深奥不可测了，叫做深呢、幽就是幽微难见呢、幽本来是黑暗的意思，表示很难见到，幽就是幽微难见，深就是深奥不可测啊，不可以化会，意思就是不可以用语言去体会去契入。啊，典就是经典，教就是言教，这是经典言教，凭何所及？凭什么能够达到见性呢？没办法的，要彻底的回光返照，在事相、在理上的无声，在相上里面
单刀直入的切入空性，这就是了。但见本性，一字不是也的。只要你见到本性，你就是不认识字都没关系，像六祖一样，对不对？不是也的也一样吗？对不对？见性不光文字吗？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就是清净啊，没有什么杂秽啊，所有言说皆是圣人重新启用，其实用就是心啊，用体本来啊空啊，一切作用一切的本体通通是空，虽然有所妙用，比如说师父现在在讲经说法啊，你听到的一切音声，对不对？它还是本性的妙用现前呢、啊，是不是也是空性啊？啊，里面的听经闻法，妙用现前，那也是空性啊。这名言犹不能及，色不净凭何得及呢？啊，色不净点，你凭什么能够达到见性的功夫呢？不可能，见性是实修实证的东西，是真正要放掉烦恼才有办法的。一天到晚在经典里面然后再执着诵经拜佛念佛，却不肯放掉那份的执着、嫉妒、贪婪，那没有机会了，没办法解脱吗？道本圆成呢、啊？圆成就是圆满具足啊，不用修正啊，不用修正啊。所以悟道的人呢、啊，没事啊。悟道的人没事，为什么没事？一度赢啊，鬼刚赢先生啊，他不想要做什么啊。要顶多要做的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是不是啊？哎，讲经弘法啊、也没有弘法相，救度众生也没有救度众生之相，是吧？行善也没有执着相，持戒不持戒相，你看他多么自在呀、啊！哇，太好了！哎，所以见性就是万事修，万言通通放得下，没有什么来去相、增减相，通通没有。哎，所以说呀，不用修正，道非声色。啊，不能在声色里面打转呢、啊，啊，就是在外相啊，啊，在境界，声色就是境界了。道不是外在的境界，存在在这颗心，微妙难见呢、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不隔相能说，唯有如来能知啊。于人啊，于人天等类都不觉知，凡夫智不所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知妄执啊，加三个字，心外有相。以及一切法啊，妄执心外有相，以及一切法，加两个字，如此即堕外道，这样就会堕外道。哎，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就是不知，不知就是不智，这个知的旁边就是写一个智，有执着就是不智，没有智慧的人。这经典呢、啊，师父重复地告诉诸位，你修行就是修这个字，放掉就没事，执放掉就没事的。若见本性色不净，总是嫌空的，没有用的，嫌文字就是空的用的，文字只是一个增上缘，启发你的觉性，觉性不启发，拼命在文字里面达成，我今天送几部经典，我明天呢、啊、送什么经，后天送什么经，结果呢以本性不相应，烦恼还是在哦，不见性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呢、啊，一定要了解佛的这一颗心，言下契会啊，啊，言下，这在语言当下就契入，顿悟的意思，契入体会，教讲何用啊？这个教理有什么用呢、啊？对不对？教理还是要启发觉性啊。如果教理啊不启发这个觉性，一点用处都没有。啊，那么自离结缘呢、啊？真正的佛所讲的啊，这个见性之理啊，自理就是见性啊，是最究竟之理了。结缘却超乎语言，不能用语言呢、啊、去讲见性法的。教是愚痴啊，啊，这语句啊，言辞啊，实不是道，实在不是道。道本无言，言说就是妄，言说就是妄。哎，121页，第一行。第二个字，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以及树木、丛林、池亭、庐室等象，不得起一念乐着，尽是脱身之处，切须在意。那么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看到种种的像，像楼阁、宫殿、象马这些，乃至于说清凉的啊，这个树木、丛林、池亭等等这些像呢，不可以起一念的啊乐着，乐着就是喜乐，着就是贪着，尽是脱身，脱身就是依托而转身，依靠着他而转世的意思。那么切须在意。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有的人他就会怀疑咯，那我们临命中看到阿弥陀佛，因为我们修念佛法门的，那么看到极乐世界的楼阁，是不是也不要跟他去呢？不着相嘛？不不，这个要跟他去。说师父这样就很迷糊了，那到底去还是不去呢？这个就是看经典啊，有一个很注意的地方。达摩大师所讲的这个，他是不修净土法门的啊，先讲清楚，他是不修净土法门的，他是单刀直入的讲我们的本性的，本性是直接最上升的，要见佛，见到觉性的啊。那么所以说在临命中他不取相，这是很正常的，这样讲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修净土法门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了。修净土法门的话，我们会见到西方三圣，见到莲花闻香，或者是空中有音乐，这个啊尽管跟他去没有问题。所以说他这里所讲的是指平常修禅法，而对净土没有信愿行三资粮，是产生的一种幻象，所以达摩大师叫他们不要取着，是这个意思。那么修净土法门的呢，是因为念佛念到了心佛啊无恶，然后啊正依恶报，以心相应，自然的感得清净的相现前。所以说这里是指禅宗的心法，究竟平等的法身是无相的，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取着，是因为他平常不修净土法门，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我知道临命中佛来也不敢去，看到什么也不敢去，是不是？好，要说明一下，让大家不要起疑心啊。说临终之时啊，不得取相，即得除障，因为修禅法的无相可得嘛。所以疑心撇起啊，你只要一念的疑心呢，撇就是忽然。突然的或者是暂时的啊起来的话，即加一个字，即被魔摄啊，就被魔所摄了。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因为受是感觉感受，这是第六意识了啊。那么法身本来清净啊，它不是觉受，不是觉受，它是无相的觉性。一个是觉受，一个是觉性，不一样。只缘迷故，不知缘不知，不觉不知。因知就是因此啊，故妄受报，所以。有乐着就是喜乐，或者是贪着不得自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呢喜乐于贪着，我们也是不得自在，我们被相所困，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着相乐着于五欲六尘，我们也是被困得死死的啊，不必等到临命中啊。所以说要觉悟啊，这指今若悟得本来的身心呢、啊？如果你悟到本来的身心，就是缘起性空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执着。即不染习，染就是染着，习呢就是习气，就不会染着这些习气了。因为不可得嘛，拼命的追求啊，执着，那只有增加这些习性而已。如果是从圣入凡，那么四见，这个见就是现，四现种种杂类，杂类就是众生，杂类种就是众生，四现种种的众生，自为众生，这当然只是方便为了度化众生，自为众生是当然，当然这是为众生，就是为了方便度化众生才示现种种的杂类。所以说如果从圣入凡示现种种的众生，那当然这只是方便为了度众生而示现的。所以圣人呢、啊、逆顺、啊、皆得自在啊，我们是逆境了就更不要说了啊，顺境啊是比较好一点，什么都顺从你嘛，是不是？那就比较狭义惬意一点，是不是啊？比较喜乐一点。如果现一点逆境啊，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那忤逆的话就没办法了。所以啊，圣人呢，不管是逆境是顺境啊，他居他不得，皆得自在，一切悦，一切业居他不得，你没办法捆绑这些大彻悟的人。他见了平等性的生命，他都看得很开了，他身心都了解是缘起的东西，一切接受都是妄受，只有一颗清净的这个自信啊在显现，所以他也不畏惧死，也无所求，当然也束缚不了他。那么圣臣久有大威德啊，那么圣人呢成就啊，那么由来已久，他具足有大威德，一切的品类业被他圣人转，品类业就是种种的众生呢、啊，种种的众生，品类就是种类了，啊，分品啊，分类嘛，这一切的种类的业，不管什么业，都被他圣人所转，天堂、地狱无奈。他和这个和他呀化掉，改成他和无奈，他和没有办法束缚一个圣人。凡夫神识昏昧不同于圣人，加两个字，圣人呢内外明彻，少了两个字，这个圣人呢看起来不是很通顺，是不同于圣人。而圣人呢，无论是内在，啊，不着啊这些心事的执着，外在也不为境界所动摇，内外明彻，就是明白很透彻这个世间的宇宙的真相。若有疑，即不作。如果心呢存有怀疑，也就是说有疑的话，就本性不明了。那么因为在本性不明的话，他就不做，这个不做就是不应做，不应该做这个恶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有疑即不做，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点的疑惑，也就是说对本性还没有很清楚的话，首先要先做，做什么？守住这个戒律，也就是不要做恶业。做了这个恶业，你就必须流浪生死，后悔啊就无相救处啊。那么贫穷困苦啊，皆从妄想生。为什么？因为不知足就是最贫苦的人。贪欲心重的人呢、啊、就是最穷的人，烦恼重的人就是最困苦的人。那别人没有困他，他是困死，困得自己困得死死的，谁捆绑着你啊？没有。哪一种人最贫穷？贪求无厌吗？对不对啊？佛说呀，无贪就是最大的财富啊。
那无贪就是最大的财富，那么简单讲，贪求就是最大的贫穷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是不是？所以贫穷困苦仍然是从心来作为定位，看我们的内在里面是不是充满着知足、少欲跟智慧。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最贫穷的人，最困苦的人，一天到晚需要人家同情，需要人家帮忙。为什么？家里是钱多得不得了，可是生活起来啊，乏然无味啊，乏然无味啊，啊，是不是？电视啊，昨天啊，新闻报道，这个陈百潭呢、啊，就是做台语歌曲那个陈百潭呢、啊，自杀啊，服了50几颗安眠药，服了50几颗安眠药，是不是啊？他做那一首爱拼才会赢，啊，这一拼未过，拼未过，没办法的。这个世间不是你唱唱歌，啊，跳跳舞就可以解决内在那种迷惑颠倒的东西。妄执世间是真实性的东西，对不对啊？他说他呀，啊，婚姻呐、啊，啊，就是不顺利啦，啊，事业呀、啊、不顺利啦，啊，所以啊，一时啊想不开。就服了50几颗安眠药，哦，那是他的身体啊，可以服50几颗、啊。我这我了，我怎么这样听啊？我这5颗下去就不省人事了，那50几颗，哎，也不晓得去哪里买的，西药房怎么要卖给他那么多？所以啊，这些贫苦啊，贫穷困苦啊，皆从妄想生。按照道理来讲，这陈百潭是知名度很大。很够的人呢、啊，是不是？我看那个电视啊，啊，在唱歌，几乎台语的都是他做的。他自己本身也会唱歌嘛，按照道理是很顺才对啊。钱有钱，名有名嘛，受到一点打击，现在竟然呢、啊，啊，想自杀，啊，说实在话，就没有碰到佛法，茫茫然，是不是啊？所以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呢、啊？如果我们了解这颗心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不会妄执妄动，哎，那么我们了解这颗本心呢、啊，清净，那么就地相劝勉呢、啊。我们呢，地相就互相啊，联系的相互了、啊。劝就是劝诫，勉呢就是勉励，勉呢就是勉励。啊，人家教我，我教人家，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广化老和尚他们打电话来，啊，说呀，明年呢3月12日啊，他们要传戒，传了3个月以后啊，再继续结下，有半年。哦，要半年呢、啊，啊，这是佛弟子的福报了。我们这里有10多个要准备受戒，啊，他不但要教育3个月传戒，还要。3个月结下安居，就连着半年啊，那么要请我去做这个什么受精阿舍里啊，说起来很惭愧了，是吧？啊，为什么人这么矮，到处都在聘请啊，哈、啊，然后我是跟他讲啊，身体许可是没有话讲，这就是地相劝勉，因为我们是南普陀佛学院毕业的嘛，我们受了广化老和尚的恩德啊，啊，承蒙他的教化呀，使我们呢、啊、对这个生死世代啊有所体悟。那么今天呢，应该是啊台湾的阿信呢、啊，啊感恩的心呢、啊，要去跟他们上课，啊要去跟他们上课，有答应呢，有答应，啊，那么明年课程怎么安排呀、啊？啊再说。所以这个地相劝勉就是这样，就我今天呢来栽培这些法师啊，就我们接下来呀50多位，那么他将来呀也猛受到我的教化的话，他也会感恩啊，变成高雄的阿信啊，那他就会报师父的恩，他就会继续去教导别人啊，一定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代代相传啊，登登相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地相啊啊劝勉呢、啊，就是连续的相互啊劝诫勉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啊，但无作而作啊，就无作啊，把别人拉起来，无作就是体，作就是妙用，妙用不离体，体当下就显现这个妙用。只要你无作，就是无心。你只要没有任何的执着去做任何的事情，那就对了，就是本来的面目，就是无所为而为，不是为了什么东西得到你才去做。这样子的话，就是本性的作用。这但无作而作，无作就是本体呀，对不对？我们只要运用这一颗无所求的心，没有生灭的心，没有无所住的心，去做一切的事，就是本来的面目的妙用现前，就这么简单。我们众生呢，布施希望得福报，对，持戒希望得功德，这个都是凡夫刹那生灭的分别心。如果我们秉着一个绝对的空性的思想，以一切缘起展现出来的一切的法，通通是妙法。如果我们不能进入绝对的空性思想，只要有一点的染着，那就不是无作而作了，那就是有作而作，那就不是啊究竟义，那就是世俗法啊。世间就是这样吗？我出一千万我就希望登报纸嘛，大家都尊重我嘛，是不是？这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的知见。你看就这么简单啊，说悟道并不是很困难。二十二页，出发心的人神识啊总是不定，如果梦中啊平静意境啊，即不用疑啊。平就是屡次一次又一次的见到不同的啊这个意境啊，那么这个则啊，这个即字啊，则字啊就是即，也你就是啊也不需要，就是可以当作则字啊啊，则不用怀疑。为什么？一切相都是你自心所唤起的嘛，不从外来嘛。啊，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月，哦，比这个日光还强啊，即余习顿尽呢、啊。那么就余习就是残余的习气啊，顿尽，尽就是消灭了、啊。法界就性见呢、啊，也就是你见到了平等呢、啊，见到了平等。若有此事啊，就是成道的因，唯可自知啊，可就是可以的可，只有可以啊自知，不可向人说。或静缘临终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也就是不要执着。为什么莫与人说？与人说他就是会执着。哎，当然如果勉励大众啊，说说无妨，不是以执着心炫耀的心来说，那当然是真实境来讲，说说是互相勉励了啊，说说感应的是互相勉励，使大家对三宝啊净土法门啊对诸佛菩萨有信心，这个不为过的啊。也不得取也是自性的光明啊。有的人，或就是有的人，有的人呢夜静啊，在晚上啊静暗中啊啊行住坐卧啊，研读光明，眼睛看得很清楚，宇宙无异，跟白天没有什么两样，也不必去觉得很怪异，这个都是自心呢 啊易明显出来。不要动一个念到说我很有修行我不得了，简单讲一切相都不去找，你管他梦见什么看到什么通通放下。或夜梦见，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也是自心诸缘欲习呀、啊，也不得向人说啊。达摩大师一直劝告不要一直向人说，就是不要夸耀，不要去执着这种外向的错误的东西啊，这是自信显现出来的，没什么好炫耀的。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啊，
如果你梦境啊是昏昏沉沉啊，就像啊在阴暗中行走啊，也是自心的烦恼障重啊，你的心的烦恼就算是很重了，亦可自知啊，也可以啊，这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可以的可，亦可自知。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啊。为什么？那是符号啊，那是种种的累积的啊经验呢、啊。这些经验呢、啊，累积起来呀、啊，那么这个都是文字像啊，或者是思维，或者是概念啊，只是一些观念而已，这不是真实境、啊。真实境要从本性展现出来才是。你学了那么多，只会啊障碍自己。啊，但是如果你见性呢，学再多也无妨。为什么？你了解这些文字相，那、啊、就是实相。所以啊，学多跟不多啊，啊，不在于外面的这些文字，在于内在的见不见性。见性学的再多也没什么差别嘛，啊，这种经验嘛，每种经验都可以回归到平等的空性，那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学的很多啊，变成了所知障，障碍起来，变成了一天到晚跟人家辩论呢、啊，啊，然后换取一个鼓掌，换取一个赞叹，哎，不晓得自己已经障碍了，神识就转昏。说社教只为标心啊，注意听，标心就是标指本心呢、啊。说佛设的这个教化，这种种的语言呢、啊，经典呢、啊，只是为了要让你啊。彻底的了解本心，了解这颗佛性啊，标就是标指，就是要直指人心的明心见性。摄教只为标心，就是佛陀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的言教文字像，只是为了要指出那一颗佛性的清净心。若是心，何用看教？如果我们了解了本心，那么你看什么教呢？对不对？看什么教？这就是外在的语言文字了，是一种概念呢，不是真实境啊。真实境是本性啊，是我们的本心嘛。若从凡入圣呢、啊？啊，即息习业养神呢、啊？啊，随分过日。如果你想要从凡夫进入圣人，这两句话倒是很重要，也就是需要习养习业养神。习不像世间人啊，一个老婆以后不够的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不够四个啊。那么凡夫就是这样，没办法停止，没办法停止。这一百万赚来两百万，两百万赚来一千万，一千万赚来一亿。他没办法停止的，他今天呢，看这个歌舞啊，看了哎，染上过瘾了，就拼命的啊看这个歌舞，乃至看电视，这都没有办法停止，没办法停止。习习业养神呢、啊，这个神呢、啊，就是精神心力，他的心力不够，他被这个境界所困了，他这个念力啊发不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办法停止这些外在的这些五欲六尘，那么他的心的清净心的念力没办法。这个养神呢，就是保持这一颗的清净的念力，放射不出来，被障住了。我们要随分过日啊，也就是说要安分守己了，啊，要随这个因缘呢的过日。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呢多嗔恚。就是说凡事啊，什么都不满，什么都牢骚，什么都抗议，什么都是啊恩恩怨怨，乃至于说斤斤计较，那么这嗔恚心就重了，是不是？对这个也不满，对这件事情也不满，说一句话也不满，这样子嗔恚，那没办法修行。令性转与道相违，跟我们那种解脱自在的本性啊变成跟道互相违背了，互相违背了。你一天到晚就恨这个恨那个，不满这个不满那个，你想想看你怎么修行呢？你那个纷争的斗乱的内在就变成能所不亡。那么能所不亡
不可能以道相应的，自转无益啊，自己骗自己啊是没有什么，这个转就是骗啊，你自己骗自己啊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啊。圣人在生死当中自在出没啊，淫闲不定啊，一切业居他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啊，于习顿灭。只要一切众生了解这颗不来不去不增不减无所住心的本性啊，他的习气啊就会整个消灭掉。那可见本性悟到本性有多重要。神识不昧，不昧就是不昏迷了啊，他的神识啊就不会昏迷，因为随时啊都能够起这个妙用啊，所有的妙用都是空寂的本体。虚是直下便会，直下就是不准动第二个念头，不准动第二个念头，直下就是必须要讲当下，也就是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啊，未来的心不可得，那么现在的念念生灭。直下也就是说在念头的还没有起来啊，啊产生这个第二念的时候，这一念就必须看破它。直下便会，自在如今呢，如今也是形容词，如今也是形容词，没办法讲了，没办法讲。众生呢建立的时间空间的观念，其实时空本身是在停止的状态，是我们的心在变动的，时间它那里有存在。所以有的人时间流逝啊，啊时间流逝啊，啊就像白驹过隙啊，错了，这句话是错的。要说时间是静止的，唯心所造啊，是心在流逝啊，不是时间呢、啊。时间哪里有流逝呢？我问你呢，我们讲时间流逝是因为一直生灭的起心动念建立的时空的架构，我们讲时间流逝啊，这是错误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是人类新创造出来的，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流逝，时间静止不动的，没有这个东西啊，是心在流失啊，是不是啊，是心在流失啊。哎，隐显不定啊，这是圣人啊，是隐是显是不定的，一切业具他不得，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圣人只要见到本性啊，这个习气就可以顿除。但是这种神识如果不昧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当下就要体会它，是只在如今。是一真会道啊，莫执一法。如果你真的想要会这个真正的无上的佛道，莫执一法，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执着，一点点的执着便不能以涅槃相应，没有办法以道相应，没有办法莫执一法，一法都不可以执，让心中啊了了见无所见。歇即是菩提，习业养神呢、啊？习业就是停止造作啊，养神就是静养这个心的念力啊，移习也尽呢、啊。啊，这个习性啊也慢慢就会消灭。所以我师父一直重复告诉你，如果你要追求，要追求佛法，是不是啊，啊清净善知识嘛，那么你如果一天到晚往外打转的话呀，啊习性越来越重啊，结交要结交同参道友学佛的人，不要结交结交那些利兄瓜弟啊阿狗阿猫的，是不是啊。那个不能够啊啊断习气，反而增长习性。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啊，外道心外求法的外道啊，不会佛意，不能体会佛的用意，用功最多了，每天都拼啊，拼命的在用功，用功最多啊，违背圣意啊啊，终日区区念佛转经啊啊，区区就是辛苦的奔驰啊，辛苦的奔驰，
意思就是我们不了解自性啊，却在执着里拼命的打转，也就是终日啊去去念佛转经。哎呀，每天呢都很辛苦的一直念佛啊，也一直读这本经读那一本经啊，结果呢昏疑神性啊，结果对我们啊神就是不可思议，性就是妙性，对不可思议的妙性啊却昏迷，也就是对本性啊却昏昏迷迷的，那当然就不免轮回了啊。所以我们呢每天在念佛啊啊读经啊，我们还是要用本性去用功啊，那么否则你昏迷这个神妙的自性啊，怎么样，你还是不免轮回。佛是贤人啊啊，那么啊这个贤呢、啊、通那个清闲的闲字，两个字是相通的。佛是无事吗？万事休啊，佛是等闲人啊，没什么事啊，何用区区广求名利呢？啊，后时何用呢？后时就是说你求的了名利呢，后时你将来死的时候，这个叫做后时。后时是指死后的意思啊，你死后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你得了几亿几千万呢，你得了很多很多了，哎呀，够用就可以了，不拿来做善你做什么呢？所以说你广求名利，你死后那些名利做什么？没有用的啦。所以不要太疲劳，也不要太忙碌了啊。但不见性人啊，只要不见性的人读经念佛常学精进呢，六时行道常住不卧，就算你这么精进呢、啊、广学多闻，以为是佛法，认为这个就是佛法，这真糟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谤法的人呢、啊、不解佛的平等空性的绝对存在的涅槃性，不了解说前佛后佛只言见性啊。所以我们说见性成佛啊，只有见性他才可以成佛，不见性你拼死命的呢在那边，那还是执着之法了啊。诸行无常啊，若不见性妄言我的阿耨菩提是，此是大罪人啊，一切法不可得了，诸行无常。如果你没有见到的平等空性的自性，如果说你已经得到了阿耨菩提，这是大罪人。像现在啊，哎，很多人都自称为是佛了，什么活佛了，哎，有男的活佛，还有女的活佛了，是不是啊？随随便便都可以命一个活佛的名起来，这是大罪人。真正修行人不搞这个的了，哎，所以有的人呢称我啊，慧律大师啊，我马上就跟他、哎、修正一下。我是不大也不小，称法师啊，我就很惭愧了，不要称那个大师啊，哎呀，这个不够资格，是不是啊？哎，不够资格，马上啊就跟他修正一下。哎，荣耀啊也是无常，是不是啊？用这么大的这个皇冠啊戴上去啊，会得大头症的、哎、我是不够资格，别的法师是够资格了，我是不够资格。什么大师称法师就很惭愧了，哎，所以啊不要搞这个名堂，是吧？我们呢老老实实的稳扎稳打的，嗯、所以啊不能乱称自己是得菩提了，这是大罪人。十大弟子啊，阿难多闻中得第一了啊，在楞严经里面呢，阿难呢得第一啊，疑佛无事，对佛也不认识，为什么七住真心都找不到本来的面目吗？只需多闻吗？这个就是多闻，经典听了那么多，本来的清净的佛性如来藏心不了解吗？是不是啊？楞严经讲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他对这个如来藏完全不了解，是不是啊？所以啊广学多闻有什么用呢？到最后不是生死，落入生死了，不然是什么呢？所以修行就是真正的功夫，不是在文字里面打转的。二十四页，二圣外道啊皆无是佛，都不认识佛。是说就是、啊、心意屡次地这么想，是说修正堕在因果当中。哎呀，我要好好修行。是说，这个说就是一次又一次，是说就是心意啊，是就是心意啊啊，是说就是内心里面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想，我要用功，我要修正，我要用功，我要修正，
不晓得这一个念头就堕入生灭的因果法里面。佛是无修无证的人呢、啊，是不是？哎，如果你要讲的是，哎，我要放下，我要放下，这个也是生灭，这个也是生灭 啊， 啊！连放下那个观念，通通不执着，这真的放下。哎，堕在因果中嘛，是众生的业报就不免生死啊，因为他换了无穷的过患嘛。动一个念头想要去修行，这一念就不对；动一个念头想要精进，这个念头又不对，是不是？哎，这个通通有直对立的能说不亡的东西，这个只是世间人啊，眼背佛意就是谤佛的众生，这谤佛之众生，杀切无过，把他杀掉，哎，除掉他，没有什么罪过的，哎，当然这是指比较重的话了，意思就是那一些人没有什么录用了，你宰掉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南无大师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是严重到你把他杀死都没有罪过了啊，意思就是说啊，不懂清净自性的人呢、啊、是没有什么用啊。经典是这么说，禅提人不生信心呢、啊、杀切无过，这个欲化掉啊，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切字才对，不是这个欲，杀意无罪过，这个欲是错的啊，欲是错的，这个字是打错的，杀却无罪过。若有信心呢，取人是佛位人，如果有信心呢，啊，这个人就是佛位的人。若不见心，即不用取次，啊，取次就是啊，不用就是不可以，取次就是任意，谤他良善。取次就是任意，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了毁谤别人。你不见性，你怎么知道是圣是凡，是对是错，是善是恶？师父已经一再重复的教导诸位，除非你对一件事情彻底的看到听到，也有所啊真正的证据，乃至于说就是你亲眼看到都不一定准，因为你不见性啊，你搞不清楚是对是错的了，是不是？若这里就讲的最透彻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见性的人，你千万不用取次，也就不可以任意的毁谤良善之人。多看众生的优点呢、啊，啊，或者你随随便便的去毁谤，造这个是非的恩怨，自赚无益啊！自赚这个赚就是欺骗，或者是自误，也可以说耽误的误。自误啊，无疑，你自己误了自己嘛。你诽谤别人，你得到什么好处？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让别人痛苦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的。自误，自己欺骗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的。善恶立然，善恶清清楚楚的呢，善恶自有定夺，因果自有分明，用不着你开口，用不着你去攻击伤害，是吧？他自然要负这个因果嘛。天堂地狱只在眼前，加四个字，一念之间呢、啊。天堂地狱只在眼前，一念之间，就是这个动念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平常你动的善念，自然那就往善了。你动的恶念自然就往恶道去了，这不需要人家跟你推进去，你就自己跑去了。愚人不信现前一念呢、啊，啊，就陷堕黑暗的地狱当中，也不觉不知啊。为什么呢？只缘业重。哎，诸位，这个业重的解释就是说无明，无明重，也就是说执着重，或者是说感性很强。啊，感性很强，没有用理性智慧在做事情，只言业重嘛，业重。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你人业障很重，为什么？他情执很重了，这就是业障很重嘛。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呢、啊，啊，为什么不相信呢？啊，因为啊，没有眼睛的人呢、啊，不信道有光明啊，啊，道就是说。也他不相信说有这个光明这个
啊，佛道有这个光明之道，纵然向他说啊，向一说，一就是他了，就算向他说，哎，我们呢可以见性成佛啦，哎，他也不信，只缘盲目故，凭何辨得日光啊？一个眼睛瞎的人呢，怎么可以了解日光的强弱呢？愚人亦复如是，这个一个愚痴的人也是这样子。现在啊，将会堕畜生的杂类啊，但在贫穷下贱，但就是身呢，身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为什么叫求生不得？生生的很痛苦，一天烦恼啊，斗争啊，无量无边呢 啊没办法解决就自杀，跳楼自杀。求死不得，死也死得很痛苦，哎，求死也不得，哎，贫病交织，想死死不了，虽受是苦啊，直问着一言，我今快乐。哎，直就是你突然直接的问他说，哎，你现在活得怎么样？我很快乐啊，我很快乐啊，不亦天堂啊。为什么无知到极点呢、啊？不晓得现在的苦啊，一直说我很快乐啊。故知一切众生身处为乐，一切众生都认为他自己啊现在很快乐，其实是苦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善知识要救他，他就还是不给善知识救度，你有什么办法呢？是故知一切众生身处为乐，他是生在那个地方，他不觉得苦啊，他不觉得苦啊，是不是？就像厕所的臭虫一样，他每天呢在吃这个大便呢，他不以为臭，如蝇逐臭啊。我们呢生在这个地方啊，自以为乐，自以为乐，是不是？哎，所以说在我们出家人看来，结婚这个是很辛苦的路线呢、啊。可是啊，他有的人呢、啊，他结婚他很乐的啦，乐不可支了啊，没有结婚，他还拼命的冲进去了啊。结婚以后就是啊，孩子一抱，不，很高兴啊，那呀，就喊什么含饴弄孙呢、啊，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样子，他很快乐啊，在我们看起来，哦，这很累的啊，这个是很辛苦的啊，哎，他都觉得很快乐了，没什么，是不是啊？哎，回来的时候，哎，回来是男孩子嘛，哎，回来之后，很远的是老公，啊，太好太好了，很远的是老婆，我的心肝宝贝，是不是啊？哎，回来的很乐，乐了以后又吵架，吵架以后又继续生孩子，生孩子以后又继续上班，回来又吵架，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是不是啊？哎，两个人吵一吵，然后一起去吃馆子，哎，感情又恢复了。哎，明天继续上班，哎，吵一吵，回来以后，啊，老婆就说不要生气嘛，那、好了，你又撒一个娇，哎，又没事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在争执冲突当中，意见看法不同啊，就是婚姻是一场闹剧，婚姻是一场闹剧了，哎，闹剧，是不是啊？说我们呢不觉得那是苦的，哎，所以说角度不一样，我们觉得那个是很辛苦的一条路线，是不是？哎，所以结婚的人他也不觉不知啊，也不知道这个叫做苦啊，啊，是听到佛法他才我要都丢啊，你啊我要金刚阔啊，他才会感觉。如是的恶人呢，子言呢，业障很重故啊，所以不能发这个信心呢，不自由啊，他也啊。这个他呀改成了你我他的他啊，不自由，是不是啊？他也，那当然就是他啦。若见自心是佛，不再剔除虚法啊。如果我们了解心就是佛，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啊，入不二法门，那你需要剔除虚法吗？白衣也是佛，那倒是真的，白衣也是佛，那是这样，只是现身相微一样啊，这是诸佛的标志吗？现这个身相威仪，若不见性啊，剔除虚法也是外道啊，真是一针见血。哎，如果你没有见到本性啊，你剔除虚法，剔除虚法就是现身相啊，啊，去现出家相也是外道，是不是啊？心不入道吗？不悟自性吗？问曰：说白衣有妻子啊，淫逸不除，凭何得成佛？因为淫逸是最难断的咯，最难断的了，所以举这个例子啊，就含刮了其他的欲望的五欲六尘。哎，因为这个欲望啊，淫欲也心呢、啊，啊，这个是世间的最难断的一关，
所以啊，举这个例子就包括一切欲望的意思啊。所以淫欲不除，平和得成佛呢？答曰：只言见性啊，不言淫欲啊。啊，只因为你不见性，但得见性啊，淫欲本来是空寂呀、啊，也没有什么好挂碍的喽。不，智而断除啊，再把这个智而化掉，化掉，化掉，改成不假断除啊。就是你不刻意的去断除，你只要见性，你不刻意的断除，它自然就消失，自然就消失。为什么啊？因为见性本来就是空寂的东西，也不乐着，也不会喜乐贪着啊。这个淫欲纵有余喜，虽然有还有一些习性了，习气嘛，大家都有嘛，是不是啊？不能为害呀、啊，啊，不能为害，是不是？何以故？性本清净故嘛。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啊，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啊，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啊。有物可得是相吗？我们讲本性是在体上，对不对？去体会啊，啊。一般众生只见到相，没有见到体咯。那么我们如果要悟到这个体的话，一定要彻底了解，没有什么长短恩怨含的，这个通通没有了，本来无一物可得嘛。只言因为只有，因为有执着这个色身，因为你执着这个色身的话，你就有饥渴寒热障病等相。那么可见佛的病是示现的，佛的病是示现的，祖师大德的病都是示现给你看的。因为啊，示现就是无常，哎，连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不能免呐、啊。那我们就发起精进用功的心，啊，若不执，如果你能够不执着啊，即一任作啊，一任作就是啊啊，加一个字作为啊，就一任作为，把笔拿起来，就一任作为啊，这个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意思啊，解释一下就是随意自在而无碍。就是一任作为啊，你能够随意自在，能够无碍，是不是啊？若以生死当中得自在啊，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如果心有疑啊，决定破一切境界不过。如果你内心呢还有疑，如果你还问人，哎，我见不见性啊？啊，见性的人清清楚楚的，根本就不需要问人。如果你需要请祖师大德印证一下，这倒是可以，这可以可以印证一下，以心传心呢、啊？就传什么心啊？啊，传什么心？无心可传嘛？传什么法？无法可传，叫做传法嘛？无心可传，叫做传心嘛？是不是？你有什么法好传的呢？无一法可得，传什么法？哎，是传法者无法可传，说法者无法可说，传心者无心可传，这是正法，是不是？那么你能够转一切法，那么以圣人呢、啊，就神通自在无碍，无碍是无处不安。如果心有疑问，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是不是？啊，这个凡夫啊，加两个字，凡夫啊，不做最好啊，做就是造作淫欲了。凡夫啊，不造作淫欲最好。那造作了淫欲啊，你就不免轮回生死啊。若见性啊啊，但是呢。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你见性了，旃陀罗亦得成佛，那这见性就大不相同了。那一切业激他不得，一切淫欲伤害不了他，何以故？本性没有这些东西了。问曰：旃陀罗，旃陀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是下贱种啦，是专门杀猪杀、杀牛杀、杀鸡杀鸭的啦，以杀生为业，就是旃陀罗啦。说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见性啊，不言作业。众作业不同，一切业具他不得，加一个他字啊，一切业具他不得。为什么？他见性嘛，没有办法具他，束缚不了他。他这个色身如何的变化，他都看得很开了，你怎么可以束缚的他啊？他生死都自在了，你怎么可能束缚他的身心？他也没有烦恼，这个色身他早就知道无常空性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束缚他？是不是？他把生死啊早就豁出去了，是不是？你无奈他何？从无时旷大劫来，只因为不见性，
所以就会堕地狱中啊。所以啊，作业轮回生死，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啊，念佛免报不得啊。如果不见性，为什么？你不见性，你还是有业障存在了，是不是？有业存在，你有业的话，你这个轮回就没有办法避免，是不是啊？除非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啊，啊，你命中的时候啊，能够支持佛号，否则你没办法的，啊，所以师父一直重复的说啊，重复的说，有时候净土法门呢，啊，慢慢的去体会，就会发现呢，不可思议。非论杀生命啊，啊，底下加四个字，只论见性啊，啊，我们在这里啊，不论这个杀生的这个问题。加四个字，只论见性，只讨论你见不见本性。若见性，疑心顿处啊，杀生命也不奈他何啊。如果你见性了，啊，疑心就顿处，就是杀生命也不奈他何。所以诸佛菩萨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时候要杀人的了，有时候要杀人的了。哎，至西天二十七祖啊，只是地传心印呢、啊，因为他是第二十八祖嘛，啊，所以说至西天二十七祖啊，因为达摩大师是第二十八祖啊，那总不能说我是第二十八祖，当然就是要讲啊，西天就是印度了啊，从印度啊啊二十七代的祖师传来啊，只是地传心印呢、啊，地传就是接连相传这个心印呢、啊，见性这个心印呢、啊。我今来此土啊，为传顿教的大圣啊，即心是佛，当下这颗心就是佛，不言啊，把这个持戒化掉，啊，把它化掉，加两个字，不言戒，戒施就是不说持戒，也不说布施，也不说精进，也不说苦恨，但言见性，只论见性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见性，持戒布施精进苦恨，通通具足。记住，啊，底下要注意看啦、啊，见性的重要啊，那是超越一切的。乃至啊，如果有人能够入水、入火、登仪啊、见轮啊，那么一时卯灾啊，卯灾就日中一时，一时加两个字卯啊啊，就是子丑寅卯。是卯好像柳枝的柳啊，那个木除掉就是啊柳啊杨柳枝的柳字啊的右边木部不要，就是卯，是卯灾啊，就是日中一时的意思。乃至于说常坐波就不睡，尽是外道有为法。你看，所以师父啊一直重复的说，有时候啊我们呢修了十年不够善知识，一句话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叫大家啊要在一个团体好好的亲近善知识？有时候我们呢莽撞，认为我要了生死赶快修行，我要了生死赶快修行，那观念错误啊，撞了十年不够师父一句话，不够祖师大德一个念头，你看那么厉害，能够入水入佛，等于见轮不被刺死，乃至日中一时常坐不卧不睡觉，尽是外道有为法。你看看这多可怕呢，多可怕，这在世间人来讲这还得了，这常坐不卧，这众生一看就哇，这个大修行人了、啊、赶快来供养了，是不是？赶快赞叹啊，写传记啊，赶快要写传记了。你看达摩大师一下子就全部否认掉，这通通是外道，通通是外道。所以啊，我们的心里面呢不要看到啊表面上，哎呀，这个人很精进呢、啊，拜佛拜整个晚上啊，乃至于说，哎，这个人禅坐坐几个钟头，如果不见性，尽是外道，不懂得本性，通通外道。哎，二十七页，若失得思维运动灵觉之性啊，注意听啊，思维就是举止行为，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些行住坐卧这些举动行为一切的动作。存在的一颗灵觉，灵就是不可思议，觉就是觉性，意思就是你存在一颗不可思议的观照的觉性的平等性，即诸佛心，这一颗就是佛的心。也就是说，在你的行住坐卧当中，任何的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都可以啊降伏
使他契入绝对的空性平等的心，你就是佛，不需要打坐，不需要精进，不需要布施，不需要持戒，通通不需要。简单讲，就是能够放得下那一念的无为空性的思想，就是觉性。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说要随时保持回光返照，零零绝绝的清清静静的这颗本性让它作用。底下前佛后佛只言传心呢，更无别法，要不能传什么法呢？若是此法凡夫一字不是，也是佛。你看，不关文字的，所以成佛不关学问，不关文字的。所以诸位不要有自卑感，说哎呀我书读得少，没关系了，没读书都没关系了，是不是啊？哎，放得下，看得开，透得过，你就是佛。哎，一切越拘泥不得，凡夫一个字不认识，那也是佛。哎，是成佛不关学问，不关文字下的东西。若不是自己灵觉之性，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颗啊不可思议的觉性，那假使啊身破如围城啊，加四个字啊，加五个字，勇猛精进而身破如围城。假使你勇猛精进而身破如围城，你拼命的磕头啊，撞得头破血流，觅佛终不可得。你怎么找佛，你也找不到啊。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假使你勇猛精进而身破如围城，再怎么精进觅佛终不可得，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佛则一名法身呢、啊、法身就是无相，你有相你怎么能够入法身呢？一名本心呢，这此心是无心相啊，超越因果，这个无因果，这个无啊，诸位要写两个字，超越的意思，就是因果束缚不了他，不能讲无因果。无因果的话是跟着上面那一句一气呵成。你要讲无形象无因果，那糟糕，这个无因果这不是不无因果的，是超越的意思。没有筋骨就是没有这个身体了，犹如虚空去不得，不同于执爱啊，不同于外道。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啊，加四个字，四大色身若离此心，这个四画叉改成此啊，改成此啊，若离此心呢、啊、即无能运作。离开了这颗心，你怎么运作呢？啊，色身就是这个色身呢、啊、是无知之物啊，啊，色身是无知之物啊。这个色身呢就像草木瓦砾啊，为什么身是无性吗？它是物质现象吗？因何运动？因为有心嘛。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思维运动，见闻皆知，加四个字，皆是心动啊。然后皆是动心动用，化掉动是心动，全部化掉，化掉啊，十个字，皆是动心动用，动是心动，全部化掉，改成呢、啊、皆是心动，心动用动，这是大正藏里面的啊。皆是动心动用，改成皆是心动，动是心动，改成心动用动，作用的用，用动。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动态就是它的作用嘛。啊，那么动用啊，外无心，你在思维的当下没有另外一个心呐、啊。对不对？心外也没有一个动，离开了这个心，你怎么找这个动呢？是不是啊？找出这个动态的运作呢？对，因为有心你才可以运作嘛，所以心外也没有一个动作啊，就是这些行住坐啊，这个动就包括一切的造作啦。动不是心呢、啊，心不是动。如果你将这个动的话，它是有形象的啦，啊，不是无形象的法身呢、啊，啊，这心就是法身呢、啊，心不是动，法身你也不是。啊，外在的行住坐卧的当中有形象可以找得到的了，但是呢，动本无心，心本无动。你在一切的造作当中，这个动解释说造作更清楚，一切的造作它本来就是无心，为什么空性嘛？是不是？心本无动，我们的清净法身哪里有动呢？是不是？没有动的啦，动不离，但是呢，动不离心，心也不能离开动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些作用不能离开本体，本体啊当下
不能离开这些作用啊，所有作用都是本体的法身啊，所有的法身都可以展现在妙用现前，动无心离呀、啊。如果动没有了，心就跑掉了；心如果没有啊，动也就离开了。所以动是心的作用啊，而用呢，就是心在动，心在动，动就是心用，用就是心动啊。这八个字在旁边写四个字，叫即动即用，动。即动即用，就是我们所讲的即心即佛了。你所有的作用，通通就是在动啊，通通是佛的妙用现前。这动即心用啊，用就是心在动，也就是说即动即用啊，不动不用，哎，你不动那就没有用哦。啊，用体本空，无论是作用，无论是本体，它都是空性的。把这个句点呢、啊、划掉，改成逗点，改成逗点。右下角的这个本空的句点呢，划掉改成逗点，空本无动啊，空性哪里有动呢？动用同心，你一切的动作造作，一切的作用，跟这一颗不动的心是一样的啦。心本来就是无动了，所以经典说动而无所动，终日去来而未曾去呀、啊，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笑而未曾笑。终日闻而未曾闻，啊，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为什么？通通回归到本体的无相法身。终日住而未曾住，终日住就是终整天呢活在这个世间呢，也没有什么是活不活的问题。哎，行住坐通通是。所以经典说缘以道断呢，心行处灭啊，用话没有办法讲的了，用心不可思议的了。所以缘以道断就是不可思议，缘以道断就是啊不可议，心行处灭就是不可思，那么两句加起来就是不可思议。见闻觉知本自缘寂啊，缘就是圆满，本来就是圆满的，本来就是寂灭的了，乃至嗔喜痛痒何异牧人呢？啊，牧人就是无知的牧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了。哎，没有什么两样的。只缘推行痛痒不可得，我们呢好好的来推行，就是探究啊。只因为只缘就是只因为我们来探究哪里是痛是痒不可得，没有实体吗？所以经典说恶业即得苦报，喜业就有善报。不但嗔堕地，喜就是升天了。但是呢，如果你知道嗔喜当下就是性空，但不执即加一个字，诸诸业脱啊，这句讲得太棒了。但加一个字能啊，但能啊，不执即就是当下，业的上面加一个诸业脱，但能不执。即诸业脱，这句话就是修行的中心点。只要你一切法不执，业马上摆脱掉。所以我们讲业障很重，就是你执着很重，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很重，我们才讲我们业障很重。底下若不见性啊，讲经绝无凭啊。如果你不是一个见性的人，你讲经你依靠什么？你讲什么经呢？你讲的经都是妄想分别自我的意识咯啊，不但不能够厘清众生的思路，有时候会误导，会用自己的情绪在讲经说法，那糟糕，不见性不能讲经啊，这是达摩大师的意思咯，不是我的意思。你看若不讲经讲啊，若不见性讲经绝无凭，就是凭据依靠根本呢、啊，说也无尽呢、啊，这言说也不能穷尽本性、啊，你怎么说都没有办法穷尽本性，所以说亦无尽，就是你就是怎么说都没有办法把本性讲得很清楚，除了本身自己去体会，其证悟，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二、啊，略标就是约略的标示，什么是邪法，什么是正法，这样子而已啊。不及一二，就是也没有佛法的十分之一啊，啊，十分之二，这么一点点，不及佛法中的一点点呢、啊，就是这个意思。颂曰，二十九页，心心心难可寻，
啊，宽时骗法界，窄也不容真。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以求佛但求心，只这心，这心是佛。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但心知。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时。啊，讲得太好了，哎，就是看不懂而已啊，是吧？就是看不完的俩，不是跟，不是大力龙板啊，大力龙板跟他看不完的俩，就差这个看不懂而已。否则每个字都认识，啊，你要注意做笔记啊。心心底下加一个字，加一个觅字，找寻这个觅。心心的旁边写念念，念念，啊，念念觅就是找啊，心心觅心难可寻，就是念念起心动念要找那一颗本来的心，你是很难找到的，叫做心心心难可寻，就是心心觅心难可寻，也就是在念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想要找这颗心是了不可得的。那是心两前面两个心心就是念念，你每一个念头想去找一个本来的心，你是绝对找不到的，因为这颗心呢就在当下。宽时骗法界，宽这颗心呢放宽了，大到像法界一样，为什么？它无心相的吗？窄也不容真，如果说要小的话呢，一颗针都容不下去，那意思就是比针更小了。若论大，法界比法界更大，是不是啊？骗法界吗？若论小，一颗针都容不下去，小到极点了，念头哪里有形象呢？念头哪里有大小？是不是啊？当然比针的更小了，是不是？我本求信不求佛，哎，我如果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当然要好好的了解这颗心呢、啊，啊，不要去啊求这个佛，求心，求自己的心性啊，你求外面的佛干什么？了知三界空无物啊，了解这个三界是本来就没有一物的啦，这个都是幻见幻象幻象出来的啦。若欲求佛但求心呢，如果你想要求佛，你不如求自己的心性。啊，只这心，这心就是佛啊啊！意思就是当下这个心，这个求佛的心，就是佛性的妙用现前。只这心就是求的心，这心当下就是佛。只这心就是你有求佛的心，你有求佛的这个心呢，这个心当下的佛性就是妙用现前。这心就是佛，只这求佛的心，这个心就是佛，不要求。我本求心心自持啊啊！我本求心呢、啊？如果啊，一般的众生，如果我用一颗求的心，那么就会变成心自持啊。心自持这个变成心自持这个有两种解释。心自持这个词就存在啊。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本来啊想要去求一颗心，但是这一颗心并不需要你求，因为心本来就存在。这个本心本来就存在，心自持，这心本来就存在，你求什么东西呢？是我本求心，但是呢，心自持，这个心本来就存在，不可以将心求心，不可以将佛觅佛，也不可以啊，把这个心呢再找自己的心，也不可以把佛心去找外面的佛，不可以。所以啊，说我本求心，心自持，就是如果啊，我用一颗求佛的心呢、啊、去求，就不对了，因为心。自持就心本来就存在，但是这个持字也可以讲解释说增加，那心就增加了一颗心，说我本求心，这个心就自动的增加了一颗心，那么就是将心找心就不对，说我本求心呢，心自持，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啊，我本求心，心自持，我如果啊用一颗求的心，那是不对的，因为心本来就存在，不需要你去求，这个解释也正确。是求心不得但心知，这个知就是悟啊。你这个求心，这个求佛的心是了不可得的啊。你要等待这个本心，这个心就是本心，要等待本心去知，知就是悟，悟到能所双亡。哎，就是这个知就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
求心不得待心智，你求心那是绝对不可得的，你一定要等到怎么样显现你的本心，自然知道能所双亡，不需要求，没有来没有去，没有得没有失。佛性不从心外的，佛性啊绝对心外是找不到的，心生便是堕，便是罪生死。啊，这个心把笔拿起来，就求佛的心，心生你求佛的心生起来，便是罪生死，就是禅宗讲的动念即观，动一个念头去求求佛，那就错误。所以智一知，法一知，莫一知，一切都要靠自己，都要靠自己。那心生便是罪生死，你动念你造业就会开始了。为什么？你有所求嘛，能所不断嘛，是不是？简单讲，佛法就是讲不二，讲这个空性，绝对的空性，讲平等，讲没有能所。如果你了解这一层呢，一切法通通自在。所以心生便是罪生死，你动一个念头你的罪就开始啊，就动念即观啊，意思就是要常常关照我们这颗心啊，常常关照，令心无所住，不是善不是恶，没有是非，一切平等，绝对绝对的平等啊，不要去攻击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据曰，吾本来此土啊，我本来啊就是要来到这个中国啊这块土地了，传法救迷情啊，我要传这个佛的见性法，救度一切众生呢。一花开五叶，五叶就是禅宗分成五个支派啊支脉。那么达摩大师他当然有这个预言了啊，一花开五叶，一花就是他了，开五叶就是禅宗将来会开展变成了五个宗派，五个宗啊，什么曹洞宗啊、维扬宗啊、临济宗啊等等呢。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个是很自然的，哎，就成为这样子的趋势。结果自然成，就是说你修见性法当然就一定成佛，是不是啊？一定成佛吗？每一个人呢按照达摩大师开示的呢，那当然就是自然成。你不管是怎么样哪一宗禅宗的五个宗，那通通就可以见性成佛。所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当然每一个人到最后的就是什么，就是见性成佛吗？自然成，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心法呀是这样子的，是吧？达摩大师啊，血脉论中。好，接下去我们呢来谈这个达摩大师的悟性论啊。诸位翻开三十一页，达摩大师悟性论就是觉悟到自性这个东西。渝州这四川省渝州华严寺沙门寺中净教科。夫道者，什么是道呢？我们称为修道，修道。那什么是道？以极灭为体，加两个字，本性。以本性极灭为体，我们的本性是极灭的。什么叫极灭？它没有对立，没有仇视，没有贪嗔痴，他没有一切相，他什么都放得下，心安住在最静之处，就是如如不动，没有烦恼，那一种清凉解脱跟自在的空性的无为法里面，是吧？所以说以本性的寂灭为体性修着。注意看，以离相为宗，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说修行，修行人必须以离相，就是离开一切相的执着，因为相都是缘起，不是实在的东西。如果你不能离相，你谈不上修行，你谈不上修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在这个对立法千差万别的事项上里面，缘起法里面拼命的想要修行，那不可能。为什么？心的浮动、躁动、争夺、争执，看到了就执为自己的，占为己有，贪嗔痴断不了，不离相没办法断烦恼。
是以离相为宗，宗就是最重要的了，宗就是宗，宗就是要啊，法要叫做宗啊，以离相为最重要的法要啊。所以经典说即灭是菩提，灭诸相故，这个灭的旁边呢写个字啊，就是离的意思，这个灭不是除，如果把这个灭诸相解释做除掉诸相就完了，就变成断灭空。这个灭字啊是叫你不要执着的意思啊，离的意思，离诸相故。哎，这个文字啊不能用单刀直入的看了，要懂了它的含义是什么啊。如果你讲灭啊，灭就灭掉嘛，就是除掉嘛，那完了。他说即灭是菩提啊，那么除诸相故啊，啊那就完了，就连这个相啊，对吧，都把它破除掉啊。那以为是说啊，把这个相啊用一种执着再把它突破，那就错误。灭就是离的意思，佛则就绝缘。佛是什么？他是觉悟的人，人呢有这个觉悟的心就得菩提道，故名为佛啊。经典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指有相是无相之相，那不可以眼见，唯可以自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所以是知就是所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凡所有的相，这些相是无相之相，是建立在无相的旁边写空性，是建立在空性的思想上的相，而不是真正的有相，要这样子解释才正确。是指有相是空性建立的有相，而这个有相必须去透视它，也透过空性去透视它，那就知道这个无实性的东西。所以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有相是建立在空性的无相，这个有相，而不是真的有一个相。这个无相呢不可以眼见，不可以自知啊，唯可以自知啊，唯可以般若自知。哎，不能用眼睛去看，只有用大智慧去透视它。若闻此法生一念信心，什么信心什么呢？加八个字，说常自即灭本来清净啊。生一念信心底下加八个字，常自即灭怎么样？本来清净，此人已发大圣啊，那乃超三界啊。那么这个人呢就发了大圣的心，一下子就可以超越三界。什么叫做三界呢？就贪嗔痴。这贪嗔痴这样不是很清楚，如果加三个字就更清楚了。什么叫三界？就是贪界、嗔恨界、愚痴的界。只要你贪着，这就三界内束缚。嗔恨，只要嗔包括嫉妒、恨、不满、讨厌，通通嗔。痴不明事理，属于痴界、贪嗔界。贪嗔痴就是三界，这三界 也可以解释作六道轮回，但是六道轮回的构成就是贪嗔痴这三界。但是如果你能够返回来这个贪嗔痴呢，把它改变成戒定慧，即名超三界啊，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也没有实现哦，但据众生而言矣啊，据就是根据，这只是根据众生的角度才说有贪嗔痴啊，诸佛菩萨根本没有这个啦。为什么有贪嗔痴？也不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当然对境界上啊迷了啊，被境界所转了，起贪嗔愚痴了。那这些贪，贪无实性，嗔嗔也无实性啊，痴痴也无实性啊，因为起心动念动错了，不能展现佛陀的寂静法，展现慈悲喜舍法，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是业力错觉妄执的一种贪嗔痴啊。但是这个贪嗔痴也是缘起，为什么没有实现啊？只是根据众生的角度才说有贪嗔痴。如果我们能够反照，反照什么？自心本来清净，
常自即灭，无一切相可得。我们了了见，见什么？见性啊。那么贪嗔痴性即是佛性。如果我们能够回光返照，我们自心本来就去清净，我们了解空性常自即灭，永远的啊性空，没有一切相可得。那么了了见性，那么贪嗔痴性当下它就是佛性，贪嗔痴以外更没有别有佛性，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它当下就是菩提。经典说，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一切诸佛从啊无量劫以来啊，通通是在三毒烦恼法里面怎么样长养于白法。白法就是佛，佛道了啊，就是清净法了，就是戒定慧啦，啊，他是在凡夫，三毒就是凡夫嘛，啊，常常在凡夫的烦恼的贪嗔痴里面修行，所以师父一直重复说，有境界才叫做修行嘛，啊，你可能跑到深山里面没有境界可以磨练呢，也许你自己觉得很有修行，但是没有机会啊，为什么？你不了解你的境界到哪里，是不是？要来啊，红尘俗世里面团体里面磨练磨练看看你有没有功夫啊，在团体里面你能够得洒脱自在，这真的有功夫。要在深山里面自己没有人看到了，你有修没有修你自己不晓得，见不见性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境界嘛。所以啊，要常处于三毒，那长养于白法，也就是不要离开这个烦恼去找菩提。成以世尊呢，成以世尊，三毒，三毒者贪嗔痴也。言大圣最上圣者，什么是大圣最上圣呢？皆是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称，无所不称，也无所称。这个称呢，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叫做称呢，也没有什么此岸到彼岸这个观念的称字，是不是？所行之处无所不称啊，哪一个都要超越，无所不超越，也没有所谓的超越。这个称呢、啊，如果直接解释这超越，语义更清楚。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超越，什么通通束缚不了他，也无所超越，因为本来就空，你超越哪里了？在相上里面讲就无所不称，在体里面讲就无所称。所以啊，无所不称是站在相上说，站在事相上里面来讲，那么也无所称是站在体里面来讲，空性的离体里面来说的。终日称未尝称，每天就讲超越，也没有所谓超越，此为佛称。这就是佛真正的啊，是佛称了、啊、经典说无称为佛称，没有什么称不称的、啊、这个就是佛称，是不是啊？若人知道六根不实啊，言而必生，生亦不死，五蕴是假名，本来就空啊，遍体求之啊，必无定处。你拼命的去找，找他的实性啊，一定没有定处。当知此人解佛矣，就了解这个人，因为他了解缘起性空，六根缘起性空，五蕴缘起性空，你怎么找也找不出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我们看到今天啊的死人啊，从以前的死了，你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到最后都腐烂掉了。是不是？当知此人解佛矣啊，了解佛矣。经典说五蕴枯宅名禅院，五蕴枯宅就是这个色身，就是我们修禅的地方啊，你要哪里找道场？意思就是你哪里找道场啊？那现在这个 身心就本来具足，你哪里找道场？现在就在当下这一念悟就是道场啊。五蕴枯宅名禅院，你说你哪里去修禅呢？但是我在一个定静的地方，那就方便了，不叫修禅了。禅是悟啊，解脱的东西啊，是不是？五蕴枯宅枯宅名禅院，当下这个色身就是修禅最好的地方。内照开解，就只要你内就是心呢、啊，回光返照开解，就是把笔拿起来，照见五蕴皆空。只要你有这个功夫，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开解。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大圣门啊！可不明哉？怎么可以不明了呢？不异一切法，乃名禅定。把笔拿起来，不异
这个意就是思维执着的意思啊，就是妄执。你只要不妄执一切法，虚妄的执着一切法，这个就是定，这个就是禅定，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是禅定。如果你了解一切法不可以执着，哪里都是道场。你去哪里找？找来找去，对不对啊？哪里都是道场，哪里都是道场，是不是啊？说知心是空啊，啊，知心是空啊。那么因为世人呢，啊，名为见佛，世间人呢，妙性本空，没有一法可得了，所以知心本来就是空，名为见佛，这就真正见到佛了，真正见到佛。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空性，妙性本空，无一法可得，只有在作用可以显现出来。要论本体，无法可得，没有长短来去之相，那就是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无心就是无所足，无所无心的话啊，就是无住身心，哎，就是无心，就是无心，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简单化啊。这无心不是没有心呢、啊，哎。所以诸佛通通是以这样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说不见一心，加五个字，不见一心之生灭垢净，名为见佛。不见一心之生灭垢净，名为见佛。没有看到这个心的刹那生灭，也没有所谓的垢净，这个就是真的见到佛。简单讲，就是离两边呢，离两边呢。舍身不令，这个身化差改成心，舍心不令名大布施啊，就是我们这个布施的心呢、啊，一点都不吝惜，身心一切的外财内财，包括法，全部都放下布施出去，这名大布施。离之动定，定就是静了、啊，离开一切的动跟静，怎么样？名大坐禅，也没有所谓的动，动本身就是定。动本身就是不动啊，也没有所谓的定，定是对动讲的，动是对定讲的吧？这离诸所谓的两边，那么为什么动缘起性空，定当下也是空性？这个无所住的心就是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圣就一向定。那认为有法可修吗？哎呀，这个动啊很辛苦啊，一切万法都是苦的啦。哎，小圣赶快要入定，所以他们呀要打坐呀、参禅啊、持戒呀，哎，拼命的修，落入因果法里面。所以这是小圣落入因果法里面，没有办法修这个非因非果的大圣超越，直入佛乘，没有办法。未出过凡夫小圣的坐禅，宁大坐禅。出就是超啊，认为啊未。就是超越过凡夫以及小圣的坐禅，这个是真正的大坐禅。意思就是如如不动叫做大坐禅、啊、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求自解，求化差，差化差，然后写个离不离，诸一切诸相不离自解啊，自己就自然解脱。自就是自然，解就是解脱啊，意思就是若作此会者，如果你了解心性本来无所住心，本来一切没有来去生灭垢净相，一切诸相不离，你不需要跑得远远的，自然解脱。见一切相，离一切执着，自然解脱。一切诸病不治治菜，菜就是病好了，一切这些病啊不要去治疗它，它自然就好了。这个此皆是大禅定力啊，凡是将心求法则为迷，只要拿这颗心、啊、要去求法，这个就是迷。33页，不将心求法则为悟，不要拿这个心去求法，这个就是悟。不着文字名解脱，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后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出无名为大智慧，无名烦恼处名波涅盘，无心相处名为彼岸，迷时有此岸，悟时这个若化差，悟时无此岸。我们解释一下，你如果能够啊不着文字，
就是解脱。那文字就包括语言呢，这里就包括音声语言。人家骂你解脱，回报你解脱，赞叹你也解脱，恭贺你恭维你也解脱。那我们不是像凡夫恭维你赞叹你，哎呀，今天呢、啊、地心没引力了，飘飘然，也往上沉，往上浮起来了。哎呀，某某人你很漂亮啊，你怎么好了？哎呀，地心没引力了，忘记了，达到忘我，被赞叹的已经昏了，冲昏了头了，是不是啊？这不解脱，没办法解脱，是不是啊？今天呢，人家攻击你伤害，用尖锐的语言，哎呀，伤心的解脱，伤心的觉得很委屈，是不是啊？掉眼泪呀、啊，怎么样？痛苦，这个通通没有解脱。不找文字相，文字就包括我们的语言相、音声等等，通通包括在内，就不找文字名解脱。不然六尘名护法，我们常常讲护法，护法护什么法呀？对，拿钱就是护法呀，弄错了吧？哎，拿钱呢、啊？护法是方便说了，哎，是不是、啊？我们护法委员会，其实护法不是这样的啊。你不然六尘呢、啊？这真正的护持佛的正法，处理生死真的明出家，不是剃个光头叫做出家了，是不是啊？不受后有明得道，你要断除了三界的这些见识惑、这些烦恼，这是真正的得道，不生妄想明涅槃呢、啊。哎，你不分别妄想，不执着吗？这个就是涅槃，也不处无明啊，为大智慧啊！哎呀，你不要执着在这个无明坑道里面呢，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说没有烦恼处明波涅槃。这个波啊，就是入的意思啊，你没有烦恼，你就入于涅槃，哎，波涅槃，是不是啊？无烦恼处明入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呢、啊？啊，无心相处就是一切相啊都不为他所执着，就是无心相。我们现在就是啊，想象为尘吗？《楞严经》里面讲的想象为尘，我们就看到一切相，然后晚上就一直想啊，看到这个人啊，比如说你爱这个人，执着这个人，是不是啊？啊，这个是美女啊，是怎么样？或者是俊男呐、啊？啊，就一直观想这个相啊，其实他相是四大皆空，五蕴无我啦。啊，就是我们呢，只知道相，不知道本体。所以说禅宗就这样，凡夫见现象界啊，悟道的人见本体界。凡夫啊，这见到现象的无量的差别，无量的分别跟执着。那圣人呢，他见到本体界，见到空性的本体界，见一切相当下就空，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也没有什么好迷恋的，也没有什么好累赘的，就是这么样子，随一切因缘过。怎么来怎么过，怎么来怎么接受，迷时有此岸呢、啊？这个弱化掉，悟时就没有此岸了、啊。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啊，此就是此岸，此岸就是生命相、五欲啊、六尘相，就是这样。凡夫一向住此，就是执着在这个生命相里面，无常，不了解生死这个无常相。如果觉悟最上圣者，心不住此，绝对不去动一个念头执着这个错误的这个虚妄之相，也不住彼，也不会说执着涅槃相，彼就是涅槃相啊，哎，不住此就是生死相、生死无常相啊、生灭相啊，彼就是不生不灭相，也不执着于生灭，也不执着于不生不灭。如果执着于不生不灭，又化作生灭，患有无穿无穷的过患。若能离此彼啊，此就是生死，彼就是涅槃。如果能够离开这个生死以及涅槃啊，那么若见彼岸亦以此岸，此人之心亦无禅定。如果你啊把这个啊这个彼岸就是菩提涅槃呢 啊就看作菩提涅槃，不同于生死烦恼的此岸，那么这个人的心已经没有禅定了。意思就是远离啊生死烦恼，你不可能达到菩提涅槃。如果意思就是，如果你认为有个彼岸的菩提涅槃，有个此岸的生死烦恼，划分得很远很离，就是二分法，是不是啊？哎，不是不二法，是二分法。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禅定。烦恼名众生误解名叫做菩提，也不能讲一，也不能讲二，二一就是二吗？啊，不一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不能说相同，也不能说不同啊，只隔其
不是句，句话差，这个字打错啊，只隔着怎么样迷跟悟而已。迷的时候有世间可出了，悟的时候没有世间可出。平等法当中啊，不见凡夫啊，寓于圣人。在平等法当中啊，哎，不见凡夫啊，啊，不同于圣人。哎，经典说啊，绝对的空性里面的平等法里面，凡夫是不能入的，圣人是不能行的，因为没有凡圣呢，没有凡圣呢。平等法呢，只有大菩萨跟诸佛如来悟入，行就是悟入，才能够悟入啊！啊，就是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就是一般子世间的圣，不是出世间的圣啊！这个要弄清楚。哎，平等法则，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是不是啊？哎，那么什么平等法呢？只有大菩萨跟诸佛如来才可以悟入。才可以悟入，不是一般的圣人，这个是大圣人才有办法。若见生亦已死啊，就是二分法啦，动不同于静，皆明不平等。翻过来三十四页，不见烦恼亦于涅槃，烦恼当体即空，就是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呢？烦恼跟涅槃同一性空啊，同一性空。哎，所以我们呢，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性空。是以小圣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致，被这个涅槃所困呢、啊？致就是困，把它困得死死的。哎呀，生死六道可怕呀！我赶快要解脱，我修这个因呢、啊，得到了这个涅槃的果。哎呀，可怕！哎，就被这个烦恼坑里面呢、啊，就捆住了。菩萨知道烦恼性空啊，就不离空，所以常在涅槃呢。啊，涅槃则涅而不生，槃就是不死嘛。出离生死，出波涅槃呢、啊？啊，心没有去来，就如涅槃。所以我们知道涅槃就是空心。什么叫空心呢？加两个字，空性之心。心就是作用了，在空性的平等法里面的那一颗心就是涅槃。诸佛入涅槃者，唯在无妄想处。诸佛怎么能够入涅槃呢？他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就是没有颠倒，没有颠倒，他很清楚的了。啊啊，处于世间，行一切世间，他很清楚的透视这个世间人生跟宇宙。菩萨入道场者，什么叫入道场？哪里是真正道场？就没有烦恼处就是真道场。如果你去住山住得很烦恼，那边不是道场。如果你来住城市，城市住得很解脱，城市就是道场。哪里都是道场，哪里都不是道场。空闲处者，什么叫做空闲处啊？我们一般呢，就是找一个没有人到的地方叫做空闲处。错了，没有贪嗔痴就是空闲处，没有贪嗔痴动念就是空闲的地方，最清净的地方。贪就是欲界，嗔就是色界，痴就是无色界。如果一念心生，就入三界；一念心灭，就出三界。是指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凡言一心者，不是一法，这个法话差啊。这本的字打错打的很多啊。凡言一心者，啊，什么叫心呢？就是如如不动了、啊。就如同什么事，就是如同，如同啊，破这个瓦石竹木无牵之物，要这样子通通不动念。简单讲就是密心啊，终不可得。若知道这个心是假名啊，没有实体啊，也就知道自家之心。这个家画叉改成极灭的极，就知道自己之心也是非有，这颗空性的心也是没有的，也是非无，不能讲没有，也不能讲啊有，非有也不能说有，非无就是不能说无。为什么？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为有；小圣的一向灭心，因为这心的妄想灭掉，这个叫做无啊。菩萨不一样，菩萨跟佛不一样，他不曾生心，也不曾灭心，他就随缘性空，就这样子。名为非有心非无心呢、啊？啊，非有非无心呢、啊？是不是这个叫做中道？
啊，是指持信邪法呀，持啊，就把它改画叉，改成将啊，是指将心邪法呀，就是向外求法了，拿出一颗心就向外要求一个法，这心法俱迷，法不能用求的了，不能向外求了，得回光返照用悟的了，是吧？是指将心邪法呀，则怎么样？心法俱迷，向外求法嘛。啊，那么不将心邪法，这心法俱悟啊。把这个词画叉改成将，将军的将，不将心邪法。如果你不拿这颗心向外求，向内回光返照，就这心跟法就同时俱悟。凡是迷者，迷一悟。为什么会迷呢？因为没有悟，所以迷悟。什么叫做觉悟呢？哪一种情形是悟？是在悟于迷啊，在迷中啊觉悟，就是悟于迷。正见之人之心空无啊，即超越了迷跟悟啊。真正要超越的人，没有所谓的迷跟悟。如果你执着一个悟，那还是迷。所以啊，迷啊跟悟都是观念啊，智内证证悟的功夫没有这些概念的东西。那是失证的东西，迷跟悟是个概念啊。真正悟的人，连那个悟都要放下，连那个悟都要放下啊。比如说、哎、我悟了，我悟了，是不是啊？是你悟了，但是真正悟的人虽然言辞，他是真的悟，是不是？哎，所以说没有啊，意思就是真正悟的人没有迷的观念，更没有悟的观念，因为一切法平等平等啊，使明正解正见。色不是色啊，意思就是色不能显出色啊。比如说我慧律法师不能显示说我自己慧律法师，一定要有别人来陪衬 啊我是男孩子，一定要有女孩子来讲我是男人嘛，他是女人嘛。对，色没有办法显出自己是色，要必须由心来衬托说哦，这是心，精神叫做心，物质叫做色。简单讲，物质 由精神来衬托啊，精神由物质来衬托，色法由心法来衬托，心法由色法来衬托，是不是？所以色不自色，就是色身呢不能自己，色法不能显示自己是色法啊，必须由心法来显示 色法。那么心不自心，心法也不能显示说这是心法，必须由物质的形象来显示说那是无形象的心。所以啊，如果你能够加个字就更清楚，色不自显色，由心啊，故显色，是吧？心不自显心，由色故显心，显这个心法，是指心色两相具有，有啊，加一个有字，有没有的有啊，是指心色两相啊具有生灭，具有什么？通通有生灭，有者有一无，无者无一有，是名真见呢。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也无所见，见满十方啊，未曾有见，看到一切，哎，十方，十方就是相，见满一切十方，通通未曾有见，不曾经有凡夫的执着之见。为什么圣人的见就无见吗？啊，所以说啊，虽然看一切相，但是不曾经动过一个念头的执着。这个叫做见满十方而未曾有见，何以故呢？无所见故。佛性、法性啊，心性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见的，就无所见故。那么见无见故，见非见故啊，这意思就是见无见故，就是因为这个见就是用啊，作用啊，啊，当下就是佛本体的无所见，意思就是见无见故，因为见到无所见的空性啊，怎么样？见非见，就是真见，不是世俗之执着之见，叫做见非见故。